开始直播。哎，开台啦！开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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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八点啦！开台啦！八点啦！我还没准备好啊。繁星加怪，还没准备好。我想说，我们可以开比较难一点的啊。不行吧？应该会显示等级不够吧？啊，是吗？好吧。他应该会显示说队伍有人等级不够之类的，我不确定。哦。哟，七块麦，七块麦什么七块麦？我刚想说，我们难度如果没办法选比较高级的，我们等一下就先继续普通的啊，我们就普通看最后那关到底能不能过啊。21等，看一下，我26了。你26偷完，你偷完没有啊？我昨天就26了。没有，因为你少吸了一只 boss 的经验，你沙漠那边死掉了。嗯，哦，差那么多，那经验差那么多。对，王给的金矿很多。哦，开台喽！呜呜呜！我想玩狗狗。不哭不哭，我先那场带你拿到好不好？消耗600心腹，那我玩猫咪。我后面就是消耗哦。你要玩猫咪啊？我试试看啊，我猫咪比较稳啊。安安在想，到底要玩谁呢？安安，原来是乌龟不是很强吗？乌龟很强，但是就是打不到空中的，就很像白痴。欸，可是他的手其实意外的蛮长的。你是说他跟老鹰一样？他，我觉得他的拳头比老鹰手还长一点。安安，安安，大家安安。礼拜五，我想说应该不会有人玩狙击啊，我就再玩看看这只。玩啊！我看能不能开精英啊？你们准备啊？好，准备，准备。欸，可以耶，好像可以开耶。欸，可以耶，可以点精英耶。好，那精英的话是比较难嘛，很废话啊，但是给的金牌会比较多一些。欸，哦，欸，我们要被虐爆了，对不对？不会，就是地图上的陷阱会多一些些，一些些，一些些，啊，一些些，一亿的亿吗？啊，一些些，怪物的那个会开始出现一些比较奇怪的词缀。对，比较奇怪的，譬如说。哇，大河马，拿走。比如说大河马什么？就是说它有死亡爆炸啊，或更，啊，会有更新啊，三秒后爆炸啊，哦，那种鬼。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嗯，复仇属性。有了。利刃。嗯，一些些，真的是一些些。坚硬，高小的是前期第一关没差。嗯。哎，欸，内格一下，吓我一跳。哦，我现在可以双持了。Yep。哦。他不朽的，他自爆。哎，欸，这边有那个，喔，有门哦，喔。哦，后面有门，后面来了来了。好，我先拿这个。哦，金爵这样子玩了，哦。哇，它是一段时间会可以维持双持状态。Yep， 它有一招叫越战越勇，然后那个你如果点到三阶的话，你每在双持状态下每发射好像20发子弹会延长一秒。哦，所以它。现在改是比较难，就是维持很久啦。之前拿到那个天赋，就是拿到那个觉醒就可以整场都不会停，双持不会停下来。哦哦，是不是因为太强了，所以被人家改掉了？对，他有改，他现在好像会慢慢的减少他的最大上限。所以就是它会顶多延长到一定的量，它就会消失。嗯，啊，大家都拿的吗？
好，宝箱，宝箱拿了、哦，拿了，拿了，来不及，也都走了。我是先拿才进那个藏宝库的。我也是。哎呦，哎呦，哎呦，我是。我这是角色的特性，拿狙击枪的啊！可是我拿了一把刀啊！解锁了好多东西哟、哦！哎、欸，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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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就前面，哦、前面咳咳，一开始你们的武器跟秘诀会比我们多很多。有没有人要拿刀？繁星，你要拿刀吗？嗯、我拿刀，我是猫哎、欸！啊，干总统，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哎呦！哎，我怎么被打一下盾就不见了？这是精英等级。哎呦，哎呦，盾呢、啊？哦，哦，腐蚀领域耶，赞！哦，子弹银行，哎呀，我可以无限子弹哦。哎呦，你有子弹银行啊？对啊，赞！我一开始就拿子弹银行。狗狗最适合的就是子弹银行，你就两把枪拿一样的没有问题。啊，那我要拿两把那个变色龙，两只龙能敲。不是啊，你一把拿电的，你就三属性的，你还拿两个一样属性的？我要拿两把变色龙，卖血，对吧？卖血换钱。你看我卖了，我卖了啊！你看我的血。我已经卖了，卖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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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买、欸。不是我原本血就没了啊，对我没差、啊。哎、欸，一个大河马哎、欸，大河马在哪里啊？我不要了，我不要了。哦，哎呀，捡枪捡到死人了。等一下啦，还没捡到枪啦，我还没捡到啊，有了有了有了，哇，倒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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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要倒了，卖血卖到要死人哦！卖血卖到没血了，不好吃。真绝，真绝！双持十技哦，我要专门点双持技能啊！我全部抽得到就拿吧，尽量拿。我回去把那把枪卖掉。我的爹都你那里人很久哦四创的走咯、啊、我要去的就是我不说我们还以为我们是那个什么异能之躯有没有异能之躯异能之躯就是血变一然后护盾对对对对对哎呦那我们护盾要很快都可以回回来啊不然这一人之躯很没用哎、欸！哦，好多包子碎啦！啊，还是隐月这个给你啊，大河马给你。我就一把双持大河马，双持大河马。我另外一把是蜥蜴耶、欸。要你刚刚蜥蜴，然后配一把电的，就看有没有电的大河马咯没有，然、嗯、后很后面，你找那个光束吧，那个手套。哦，雷射哦，也是可以啊。不一定啊，也有那种什么玩哦，雷电玩哦。哦，对对对对对对，失去当前生命增加24点，失去护盾，失去护盾好了，护盾它一段时间会慢慢回。护盾啊！可是你说失去护盾啊，我怎么没有看过这个东西？它是扣血加护盾上限的、啊。你的狙击是狙击啊？有我看到的弓，元素异常。加倍率的，这边有大河马哦，双大河马是不是？哎、欸，刚用刚刚的钱买包子吃啊，各位。不是，我要这个。这把是电的吧？哦，有，好了，我现在双属性了。五十啊，这把嘞？哎、欸，我全属性了，睡了。啊，这电属性，好，我要玩要玩属性是不是？好，没问题。我现在三属性都有了哦。哦。那你的那个好像是算什么枪？你的蜥蜴只会算一个属性，那叫什么？他不会一次算两个吧？不会，是两个都有啊。
那是没有没有，蜥蜴只算一个属性，那个是双子持坠，它只会算一个，但是它是用双持，所以它是那个子弹，所以没有关系。哦，哎，不要往前走，哎、欸，回来啊，回来，不要不要不要，哈基，啊，不要往前走，不要往前走，不这啊，八戒，我被封住了，哎、欸，救人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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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可以可以，你们等下再回来。哎呦呀呀，妈妈咪呀，啊，倒了。哎呦，哎呦呀！刚只听到说往前，然后就不要往前，不要往前，往前。我以为你知道清楚，不要。你知道我以为你在皮吗？就是哦，前前后后，前前后后，前前后后，有没有？有。然后回去，回去找他。我没子弹了，我快没子弹了，我没子弹了。你打一下，打后面的小怪。完了，没包子。前面有，后面的小怪，你不给我子弹碎了、啊，我剩小枪 了。英雄来了，了英雄救美有没有看到？我只有小枪了、啊，为什么这么痛？这是精英的。我要名字是紫色的，哎、欸，不是，哈基，你后面有人在打你。我奇怪什么？啊！我救你没救到、啊。是亮哥，原来如此。哇！我要死了。哦哦哦！吓死我了。我想说，哈基，你跳过来怎么背对着敌人？我想说后面是自己人啊。啊，因为你可以配，嗯，这个比较好。啊，谁的？青铜火炮不适合。嗯，还是反省你要玩这个。玩什么？寒霜。我有血肉之躯耶。哦。凌空打。雷电狂热吗？啊！我现在就是腐蚀狂跟雷电狂热。只许弹药会直接破防子弹夹。只许弹药。护甲值为零时，移动时增加。哦。野蛮未暴击时，嗯，我要回收你的枪了。嗯，哦，你说寒霜哦？嗯，好啊，这个好了。哎、欸，寒霜在这边吧？哎、欸，哦，你换掉了。到了。好，走喽。玩火焰好。什么火焰啊？什么火焰啊？我、哦、有了哦，你们哦，前面清完了，我清完了，我去救哈基啊！走啊！不知道点的什么，我现在就专门点双持的技能。嗯，我就专门点那个我的技能 Q 和 E。那种什么的，什么挖沟的，然后自己都忘记丢。他双持的时候他是怎么换弹的？哎呦，我被推进来了！呸！对，被推进来的。小帮手，小帮手，小帮手。哦哦哦！好痛！我剩一滴血，我剩一滴血。哎呦！哎呦！被炸了一下，那个超痛，他那电好痛哦。还是我们不应该选精英？后面有门哦。boss 哦。等一下。哦哦哦！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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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进来了吗？等一下，我先出去。啊！敌人，还有敌人。啊、我的弓不见了。我想说路上有我的弓，我就卖掉了。原来是你不要的，不是我的，那本来就是我的。我想说地上有一把狙击枪，我试一下哪个比较好用。我以为你不要了，我就卖掉了。没有武器了，有来是有了。完了
个飞飞刃。啊！呼呼，困难世界。精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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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英。完了，我完成找高处，定住，我找高处了。再定。没了，没那么多。我有啊，我可以定三次。哦。啊，没了。他死啊！可以，那是，哎呦，精绝，好赞、啊！做的好。地狱这是什么？很奇怪的霰弹枪。双持每秒恢复5的弹药，双持期间每秒会恢复弹药，这么好。对啊，他那个其实就很强。好欸，我的一技能可以丢，我已经点到满了、欸。哦，好爽哦！太爽了吧！换弹后射速提高什么的，持续双枪时间哦，越战越勇，持续双枪时间。嗯。哦。后面是不是有宝库啊？对啊。刚才记得回头。哦。不是报恩就是报仇。是报恩就是宝库啦。它是可以拿去卖掉，是不是？自己的可以，你就看到它上，我们点到天赋，就是上面会有个东西在捞。那个是天赋啦。哦。来了，同一只，再打一次。哎、欸，不是、欸，码头。哎呦，我怎么都腐蚀一下就没了。再定一次，再定一次。他不能连续定哎、欸，好烂。他会有一个抗性时间。对。啊！耶！哇！耶！钱！预定呢？人魔传说是什么？人啊！我要拿这个。坚韧之躯。哦。拿弓。这是不要的大河马了嘛？我要拆了，我先问清楚，这是不要的了。好。要拆喽。哇！是正常不稳大河马。啊。你这把可以考虑一下、啊啊，让云月拿吧。啊，我拿了一个电枪跟一个蜥蜴了，啊、那大河马拆吧。我们要拿火的，越挫越勇，是的。损失一抛血，就没有人要拿如律令了。如律令，火焰伤害、腐蚀伤害，它是切换的，是？对，它是三属自己。刃切，可是好飘哦！你要按右键，自己追踪的，他是自己追踪的。对，你现在没有敌人，所以他才会很飘。敌人，哦，不好意思 ，OK， 好，哦，那很忙哎，打一打还要切换。你可以大部分都是用电或是火就好了，你靠特别有盾再切腐蚀就可以了。哎、欸，等一下，我刚才有没有领奖啊？在门口，三选一。哎、欸，这边有雷鸣、欸、啊！雷鸣，我是二阶的啦。哦，看一下，增加伤害，精准降低。哦，这把好像额外增加一条弹道，但是子弹消耗就会提升啊。哎、欸，这里有这个鳞翅哎，鳞翅。零次，那要帮付吗？那我拿，你等下帮我付哦。好哦。额外增加一条弹道，射程真精准。他的词缀好冲突哦。嗯。他有一个是伤害增加40%，但是精准下降。然后另外一条词缀是增加精准跟增加那个另外一条是多少射速还是什么的。看能不能互补啊。哦，射程。他这样补起来是精准度加50%，那还不错了。下一关来了，走喽，打完 了, 了，好快啊！感觉会灭啊！
谁那么快？谁那么快？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差点走过去，走过去就你自己加油。但是听到他就在那边惨叫啊！救我！每射五次之后，下一次伤害增加，哦，我这可以买。云月有一把蜥蜴，我已经有哦，这把好像比较好一点，好换存钱啊，存子弹银行。行，看一下我什么秘卷不需要的，暴击乘以0.4。啊，这个不需要，这个我也不要了。这有没有尿？哦。这是什么？雷鸣反击、哦。那我拿走啊。好。雷电狂热。那、哦、我要吧。狂热。哎，你要吗？雷电狂热。我有了，我有狂热，我有。这不是哈基啊。擦碎片而已。我不要，我不要，给你。哦。好了。好了，小闹。你通常丢出你不要的东西，你还是会拿回来哦。我不一定。还蛮常发生的、啊。十巨人，也就只是想换个枪，看看这个枪干嘛啊？自己那把就用上了。哦。哦。哎，伤害这么低哦。他会有元素异常吗？这只有啊有啊，你看现在有杖啊。哦，他是直接写在胸口上哦。这个，哎、欸，瘴气是两个状态吧？哎呦，瘴气是腐蚀跟什么啊？电吗？等下，我现在没办法思考，现在没办法思考，好痛！哎呦，瘴跟爆啊！哎呦，等下没有子弹了，我没子弹了，没子弹了！哎呦，子弹！铁甲飞拳！啊，我被飞拳打到了！哎呦！子弹，我来了！接到子弹了！子弹，要更多的子弹！呜呼！哎呀！我飞出了！我来了！那个没打掉，第一次打掉很尴尬。对啊。可是卢丽丽又不能指定那个打哪里？啊，对，卢丽，我来，我靠近。强，卢丽有没有要打那个石头？我保护你，我保护你，靠近我，靠近我。哎、欸，我可以把它电掉了。早电嘛？不是哦，我忘记了哈、哦。啊，哦，哎、欸，我没躲到吗？我来了。啊！啊！飞拳！啊！有。他那个锤地板，我们是不是要跳一下？有需要吗？啊、哦，好像没有，我没有跳哎、欸。飞拳！哎呦，一百！我电池够了。护盾低于50%时，护盾回复不被打断。哦，可以。射击惊觉。哦，有了。换弹后。云月，这给你。啊、等一下啊，好，因为我不是连射型。补水命中时间，第一个技能冷却哦，两秒速啊。铜币返回30%哦。属于异常状态的敌人时。哦，虎炮哎、欸。有没有手套啊？还有电枪哦，三级电枪哎、欸，哦，这把不错哎、欸，这把研磨很秋哎、欸，我刚是拿那把了，他加一个弹道哎、欸，击败敌人后58回满弹夹，哦，这好像很好，很正哦，这个好像不错，好，这把，哦，哎、欸，这把很棒哎、欸。研磨传说，额、欸、外增加一个弹道，嘿嘿，怎么变成另外一把研磨传说了？我也是研磨，研磨换研磨。我想说看着看着怎么变另外一把了？
炎魔是加每次加 buff 哦。哦，每次这时间是挑枪。哎，没错。特种弹，拆一些东西掉了。哦，碎了。嗯，他以前可以拆别人的装备，现在不行。啊，对，感觉哈地真的会喜欢玩狗，狗很帅哎、欸，哇，很适合我啊，要帅啊，狗哎、欸，那腰围我就狗，你就好。他会隐形，你之前会吗？会，他会顺你。对，我打不到哎、欸。啊，有了有了有了！等一下，这子弹飞行速度太慢了吧？我拿弓现在也是这么觉得。元素折磨哎、欸，元素会震。击败了敌人，这要哦，这在前的比较好。前元素折磨，这给陨月吧，因为我拿弓，我只会站比较远而已。处于移动状态时，有先声夺人吗 ？No，No。急速支援，先声夺人，我看看一下有没有先，好像没有。没办法，走吧。前面有宝箱。他加一弹道是一次射两发子弹吗？对对对对对对。对。哦。宝箱是加上限的那个。哎、欸。哦，两也是两个金的，传奇是最的。手烧，你知道手烧？手烧在哪里？手烧在这边。可是我现在这一把好像也不错。引弹魔王啊，这是火焰手收哎、欸。对啊，我需要雷电手收。电手收，电我是有啦，可是我比你有用。目前，那目前啊，对不起，你没有用。目前，哎呦，我对不起，我点雷电的天赋了。前面有那个、哦，有宝箱，不宝箱的、啊，那个藏宝室。上面喽，上面有一只大只的。有。哇，用的感觉好。先拿个金爵好了。金爵在这里哦。步步惊雷，步步惊雷，然后，哦有有，奇珍，啊，这里，爆炸魔累积，哇，好像不错，嗯，生命上限，哦，这好像不错，生存本能，暴击石，哦，嗯。走吧，对啊，然后在这里。哎、欸，哥，跑酷吗？是跑酷。哎、啊，跑酷。对。Yep。建议拿数字剑三的枪，会比较轻。对，它比较快。它、啊、会比较，它也有差别啊。有。过得去，等他们好了，等他们。就要等他们。为什么你走会有电啊？啊啊！我掉下去了。那个啊，他应该是拿到他的秘卷是用冲刺的时候会冲刺会留下一个电啊。啊，这你也有啊？哦，你们是同时拿到的吧？你们有解锁到的、啊？哦哦，应该是。好吵哦！哎、欸，基本上不见了。哈、啊、基，等一下，哈基，等一下。你如果普通走过去是普通的宝箱，啊，走这边是一个。进阶的宝箱，你出发了。走了，我先过。过他就会那个。哎呀，
掉下去。在哪里？上面吗？等一下，等。你上来贴右边走。你过了是不是走比较？他是不是比较快、啊？哦，你们是要你有跳、哦？你有？不是假的。对。哦，我看那个白虎的跑速是6。哦，难怪。哦，在上边了、哦，这也太难了吧？好难哦。没有，我们现在过了，所以时间已经结束了。不，时间不会再扣了，所以你们可以慢慢跑。哦，过来了哦！他是可以在空中冲刺吗？可以，对，可以哦。所以转过去以后再冲刺，对。然后等一下，他自己走到这边来，到对面这个大平台，然后再跳到那个木板上。啊，过头！没有，还没。这边。对。这个站到后面的板子上面比较高一点。对。我是喜欢跳这边啊，你跳你的左边一点，它比较凹一点，对。然后跳这里，每次都冲过头，可恶，跑步时间，我跳这个跳生气，他那时候阿旺跳这个跳很不爽，我跳生气，我跳，哦不然我直接拿底下那个水走了，气死，这太麻烦了。加油！你们有没有什么卷轴是扣跑速的、啊？应该没有吧？不知道，没有注意，应该没看到。我们应该是没有吧？没有。阿基应该是没有，因为你能跳过来这边、嗯。要不然就是角色天生真的不行。这上不去啊。这个嘛，啊，想不，我直接冲过去就好了。我记得这个是直接冲，不用等，不用跳到另外一侧。不是，我说他借这个了。你那他，因为你那边直接绕就好了。不是，就跳起来直接冲，不用，就是。对，因为不要冲。你跳过来，好。怎么了？好，没有，跳过来这边。我去。啊，不然我先去看后面，看有没有加移动速度的。上来了！哦，上来可以。这边用跳就好，不要跳。对。哦，然后是上来是开这个是吧？一般是拿这个啊，这个是奖励的，这是困难奖励。对。那开完之后可以再下来开一个一般的。对。哦，上来了！啊、恭喜影月！哦耶！给你的战术冲刺后移动速度提升。這個免疫所有诅咒卷轴的负面效果。好，我等一下下去拿。回光返照。这给影月比较划算，因为他双持会回血。哦。击败敌人以后，阻挡两秒不会消耗子弹哦。两秒内射击不会消耗子弹，这好像不错。拿的是什么东西？换弹之后怎样？受到伤害减少20，移动速度加30。回光返照。从事技能冷却哦，这游戏二段跳吗？没有啊，没有。闪电伤害增加免疫闪电效果啊！你有闪电碎片吗？对，谁要吗？你们要吗？我要。闪电碎片，六七。耶，感谢。啊，那个你，阿郎嘞？阿郎嘞？怎么了？什么东西？怎么了？你们回去了、我们出来了、好，怎么了？我步步惊雷，看你们要不要。反正我不在前面冲的。我也不是在前面冲的。我们这场没有近战。步步惊雷我有了。你加紧拿着就好了。对、好。钱。而且你不是可以有？你是不是有拿到顺三次的那个？顺三次哦，累积三次，冲刺累积三次，我两次而已。那你很适合用那个、啊。走了，九六，走了，
这里有三个呢，谁说打我？打不到，打呀！啊电！三千。哎呦，走！商人在旁边，躲在里面。他躲在旁边。OK。睡大先生夺人。那有没有小姐夺人？小姐。小姐。你想怎样？阿王应该是比较喜欢先生啊。我先生可以。小姐算。对敌人造成伤害后，每秒回复15%弹药。哦，好像不错哎，逆水行舟。可是你要看后面哦，你没有开枪的，你没有射的话，它是每秒掉哦。对，哦。然后我刚好有一个刷布神器，啊，你有刷布神器哦，我子弹银行跟你换好不好？不好，因为我有逆水行舟。哦，可恶。好了，因为我子弹银行，我拿弓箭用特殊弹，我不需要子弹银行那个。不太多了。哇哈！哦，哇，欸，你怎么倒了？两连续两箭我就死了。对，精英很痛。他撑什么血量？反正血量人差不多啊，那一下就死了。古龙，古龙哎，欸，古龙其实拿那个用狗狗加那个爆炸范围，他那个。吸引的范围会变超大。嗯，那时候阿旺就只是这样子，伤害就比我的超高，超扯。就是敌人直接在敌人出生点丢一坨，就全部吸进去。交出一个秘诀，获得一个华丽盒。啊，你可以把那个逆水行舟交进去了，那个谁，阿纪。可是我没买啊。啊，是买的哦。对，他是买的。交出我有不要的秘诀。看。交出一个秘诀，他是可以美食专家，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还要交子弹银行吗？加移动速度算了，好，这个 OK， 好，交子弹银行。步步惊雷，出去吧，美丽的，啊，什么先声夺人？哦，你可以给他寄，要不要给那个人？我刚买到了，我刚买到了，那先声夺人可以给我了，你要吗？给你啊，等下我在前面打怪。等一下，他去，好硬啊！他们会治愈啦，白痴哦！那你自己要先走啊！我来了，哦！哎呦，怎么会火焰地面？啊，他们的词对，刚刚是丢，狂丢猛丢。抓人！那新娘先生啊。对，这勉强勉强是不是这么勉强，那你勉强收一下，不是先生勉强可以要一下。完了，我后悔交出子弹银行了，完了，完了，没子弹了，是完了啊，我倒了，音乐倒了，哦哦哦，欸，他现在这个频率也太高了吧？你说你甚至变得闪电哦？对啊，他有变高欸，之前没有那么高呢。啊！哦，哎呦，这把好像不错用呢。说古龙，你说蜥怪的那个，对对对对对对，啊，狗狗加爆破范围会加它的那个伤害的范围，对，伤害也会。哦，什么东西爆开？啊，旁边，你又用枪头靠？我说他，我说他用枪头靠我。欸，有门哦，有门还是怎样？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会一直掉，会一直掉，会掉。会有一个大家伙掉下来，就是他。欸，这里有那个，等一下，还没打完，还没打完。没有，我只是偶然看到而已。哎，来喽！
旁边需要进去啊，是有两个是不是？两个什么门吗？两个 boss 对。我只看到一个哎、欸，一个是精绝吧？对啊，一个是门。哦，对对对，这边。哦，对，这过关的、啊。哦，火焰狂。索雷大师生存本。越挫越勇哦，这不错。越战越勇，有了有了。等级要要。异常的那个哎、欸，火焰狂龙。这是叫什么？火焰狂龙。可是这张我就剩下一个火跟电，那不难。杀死掉、哦、这一次好像，哦，这把好很多、哦。那我要这个，有没有要这个？大家在交换武器。杀死后立即填装。嗯。换弹石，剩下子弹。可是要电异常的时候会比较好。我都在电啊。我全程都在电、哦，所以你不用怕。我也是，我也都是电的呢。我是三属性都是一直轮流在打、哦，对吧、啊？他电可以互相配合，爸，他就是异常状态有伤到你就可以用了。所以你是可以用的，大家都在上异常。Yep， 好。感觉这把是打怪好用，可是打 boss 感觉就不太好用。没有，也很痛，也很痛。哦、要配狗狗啦，对啊，古龙要配狗狗、啊。你可以了，你这场就可以了。啊，这个的话很烫 哦，这个要跑哦。哦，等一下，大家不要看我，不要看我，你不要看我。定住！哎、欸，小心有狙击哦，你们小心有狙击哦。好，狙击，我先打狙击、啊。痛！啊，我在打狙击，不要偷打我！不要堵我！哎呦！他定住了，教练，插死他！是了！哎、欸，我们真的都没有四个人玩过哎、欸。大河马，银弹魔王，大河马，啄木鸟。哎、欸，云月来，有闪电手套了。哎，闪电手套，飞刀穿过敌人。异常神速翻倍哦哦哦！哎、哦哦哦欸，反星这是新的词哎、欸。哪一个？飞刀穿过敌人哦，这我一次伤害，这我的啊。这是新的哎、欸，之前没有那个词哎、欸。哦。暴击率增加，射速减少，触发四次暴击，每次击杀。不行，我要拿先声夺人。哎、欸，未命中子弹回到弹夹哎，哦、那个大河马，他可不可以蹲下、啊？好像不行，不行，他脚都这么短，你要蹲下。一号枪，然后射一个在那边，二号枪他开始射。哦，原来是这样子玩啊！每次有100铜币加3%伤害。嗯啊，好，我来玩这个，最多30%。哦，七米内有敌人死亡，这是很适合乌龟。七米内有死亡的话会很多加血量，那个一个是回血，一个是掉落奖励会加倍，不适合乌龟。嗯，我拿这个好了，为所欲为。我要猥琐，猥琐，黄鼠狼。猥琐。现在还有人知道这卡通吗？不知道吧，那要看鸡与牛才知道的东西。妄想被誉稳定。啊，还是要这个啊？需要有双子铭科。我需要双子哎。妄想被誉。哦。我觉得浪费钱就是了算了这边我准备好了好了我没事要一直移动、欸、要补子弹没事一直走路我、哦、很痛欸吸血
吸血，吸血。吸血，哦，好爽哦！哦，哎，后面有掉武器呢。哎哎啊！传进来了！我怎么被传进来了？哇，只有在这吗？对，我刚、啊、我刚我走过来。好。死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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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他，你死越多次，你那个倒地的时间会越短。啊！有没有感觉到？死了！死了！死了！哦，狙击啦！哎呀，白痴哦、喔！不能再倒了，不能再倒了。他那个真的是要一直走，有那个、喔、保障式。哎、欸，屁嘞！你怎么突然就几？哎、欸，哇，正超面。上面的狙击吧，上面的狙击吧。在后面一点好了，在后面一点。啊，我没子弹了。哦，哦，啊，烧。烧烧！我要被烧死了！我要被烧！我被烧死了！来来来来啊！救救救啊！救救救到救到！就是要哪一个 F 吗 ？F，、你不要对着他按E哦，你去打他哦。这边有。哎，你们刚刚后面那边有枪。好。腰出钱。好啊。腰出钱，生命上限或无论上限。上面会不会有东西？啊，生命上限哦、喔，没有，那什么用啊？我都换护盾上限，那等你们去拿完武器再来再继续。因为那只其实比较适合生命。生命是啊、喔，嗯，因为你双持它会慢慢的回啊。哦，它好像是天生的被动，就会让它回。火蜥。暴击！我待大吃光过之前，我都不用换武器了。哦，没有要碎。这里。双十七级。嗯。等你虐。哦。我还在看天赋。白痴进去了。哦，没有啊，跑酷。啊、跑酷啦！又是跑酷。跑酷。我记得是不是有一边后面有宝箱？对，可是那宝箱给的东西是固定的，不是吗？我去看一下。我又等不很了，那个太过分了。武器名科刷新名科啊，可以不用来了。啊！你们爬过来啊！完了！啊！完了！啊！他等下看一下商店，他死的速度太快了。等一下看有没有商店呢、欸？好酷啊！啊，那里有比较困难的宝箱 是？可是那个是固定的东西，那个还好，没有很好。哦、对。忍者无敌、啊。被命中或伤害后无敌。我来 找一下商，对，商店，看，商店是可以救音乐，是不是？对，对不对？可以把它买出来，买出来。对，为什么不能救嘞？要么就是钱没有了，要么就是。哎、欸，不要吃的啦，自崩哎。哎、欸，先不先？啊，我过来了。工匠哦，嗯，这边也是新的呢，没来过这。工匠算了，我现在4200，我都没在花钱。我等下云月靠你救了，靠你把云月买回来了。对，买回来很贵吗？越会越来越贵，越后面关卡越贵啦，不是会那个。可以买朋友，好棒哦。但你的朋友要先死掉。哦哦，听起来有点不妙。
他看别人的视角感觉好容易晕哦。对他别人视角怪怪的。那你先滑个手机好了。哦不，送你开启下面。没呢。啊？就只能等前面了。嗯。哦，有彩虹哎、欸。看到一个彩虹。烦呐！买，没钱。他的异常状态是有持续伤害吗？火焰是啊，腐蚀，腐蚀也是，对对对，也是吧。好，还是我拿这一把。就是你只要看他身上有那个东西，都是哪一把？嗯，没有，我跟你讲，穿红。穹红元素异常的，对，最终伤害。你跟我们玩一定会一直有啊，有猫咪在的话，理论上都会有元素异常闯出来。好，就这把了。有玩过一滴血一滴保护吗？没有，那感觉不是人在玩的。一滴血是那个吧？是不是轮回还是每日的？感谢欧优马蒂，都会员要700块，700块啊，这么便宜哦！好，我买，我还以为要7000块。这个待我房间那个有点灰尘，我需要一个人来打扫了啊！啊，当然我是偷这个是不是？你去找通明，通明会帮你扫。不会，他的预谋越来越多，越扫 越多，对不对？打这只要有腐蚀的比较好。我有啊，我有，我腐也有。哎，我的哦腐刚丢掉了。那就没事，可以上腐蚀一场。好，那我们可以走了。我准备好了。好，等一下我看一下伤人。补下子弹好了。啊，没钱了。腐蚀狂热。哦，好，挂了。走。这只是哪一只？这只比较好打。他刚头顶画面会直接显示是哪一只。哦，土沙龙。没有注意。不是泥鱼龙。哦，泥龙哎，好可爱哦！好，你在泥，好可爱，你确定？我觉得他往左，我绕圈了，要绕圈了，跟着绕。逆时要顺，要骑到同兵哎，不一定。你看，碰到就好了。哇！哎啊！我来了！我救人好慢哦。为什么我打他会掉一堆火球啊？我打的啦，那是我打的啦。火球呢？对啊，我的苦。我攻有火球啊！我闪错边。哦，是哦。我闪错边了。感谢繁星。哦，你也有哦，那就没事啊，一定有啊。没事。哇，后面有狗，白痴狗狗。白痴狗狗，哎、欸，他狗会冲刺哦，之前会吗？之前不会吧，冲来撞人呢、欸。哎哎哎哎！你龙，干什么？他等一下你哎、欸、打他头，你看哦，他其实会这样子喷，有没有？他可以用打掉的，哦、对，可以打，可以用技能啊，什么东西打掉的？对啊，因为电枪有扩散的效果，电手套。跳！哎呦，我救左边！啊，消失在这里了！我没有救到，你们有700块！哎呀，700块，你怎么就这样不见了？跳！不知道啊，700块！我被抓到在跳的时间。是不是应该先再玩一个普通你知道我们才打第二 round， 你就要两个新手去打这种东西？我想说你是 Apex 玩家啊，Apex 玩家可是 Boss 的技能不一样啊，这跟 Apex 没差啊。哦对耶，好像是哦。哎呀呀呀呀呀，卖安内啦！哎呀呀呀呀！
要跑，冲过去！七百块，七百块！哇哇，这几座打不赢，这太多了，太远了！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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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我们俩就去死一死了，反正可以啊。血还有三分之二，我就站在这。他是普通，下一个就是精英了、喔。啊，对，这第二难度。嗯，哇，我的朋友七百块，我的朋友你叫个屁吧！你干嘛救我呢？再死一下，好了，再死一次啊！我都躺好了，你不要再救我，再起来，再死一次，我要在火里面了。啊，火虫没有感觉啊！有了，有了，有了！起来，再死一次！我直接放弃。那把你拉起来，再死一次。再来一次，天赋。啊，先上线，先上去。这里要三四十等才能接受。那哈基，你就想办法先点四等，点到狗狗出来啊！或者是你们要存钱直接买一只角色？对啊，其实存钱也蛮快的，只要花个两次两乱三乱就可以买一只了。看一下，好像没有人玩狙击，我来玩狙击。宝箱可以开出一部分，宝箱可以开出大部分，宝箱可以开出任何武器。可是你开这个宝箱啊？还好，因为他那个宝箱。前面的基本上只会拿一下子而已。两只狗狗，你们干嘛可以一个人玩爆破，然后一个人玩那个双子？嘿嘿，可以啊。看一下哦，增加技能伤害，对敌人造成增加技能储存上限。这样，然后。血量是什么？最大容量，弹容量上升。如果有兴趣加入 DC 代群的话，可以私讯粉专哦。那位 OUO 马田，你是马田吗？不是吧？喵，来了。乌龟，好了，你的脚可以不要放在我的叶子席上吗？可以吗？拜托。狙好了，狙击狙起来。减伤。反正你从哪边看它的基础数值？哪里基础数值啊？有看到了吗？对对对对对，你点英雄就可以看到啦，那个往上的箭头。有没有？你看。速度。对啊。数值越高，速度越快。对，还没喂它吃药哎、欸，它是六哎、欸，对啊，对啊，它里面哎、欸，兔子也是六，没有兔子是二五点二哎，啊五点二啊，好了，哦，哎，好那就走了，普通啊，好，普通，所以第一关要先躺着，进入几家几家金。嗯，终于。发现我喂猫吃药已经越来越熟练了。嗯，正常啊，熟能生巧啊。嗯。熟能生巧。哎呦，这个噬心者它有电的属性，好棒！我来玩属性。我的招是什么？你要两把枪才能用。按 Q 是什么？巴拉 Q 是巴拉。你每支都有 Q， 你现在问 Q 是什么？没有啊，他 Q 不是特殊技吗？还是就是次要技能啊？次要技能，次要技能啊！每支都有次要技能。恭喜巴拉，恭喜巴拉。那移动海海海海海。海
好，嗨，嗨，我觉得移动跟嗷嗷嗷就可以，嗷，嗨，大河马，哎、欸，有这个、欸、后面门，后面有门，后面有门，哎、欸，进去喽。伤啊！好，元素馈赠越少，武器伤越高。元素馈赠，元素馈赠，异常恢复一个。繁星拿剑的。啊，这个应该给你啊，繁星这個给你好了。什么东西给我？如绿。哦，碎啦！哎呦，那你要这个吗？银火。幸运单元，双持第二波，双持是引火，对啊，这个，炎火神，雷霆一击，哦，好，我要拿什么？怎么都觉得紫色的，什么都想要，这个门啊，这个门，宝藏是。啊，有哦，对啊，啊，好像是刚不是，他们刚去过了吗？刚不是去过了吗？刚刚去过回来的是，嗯，你刚没有进去，要先取消一下，那个刚，我去看一下，你要不要去，你要不要看一下？是啦是啦，是这个啦，你进去看一下，你有没有拿到东西啊？对，你有拿到东西？我应该，我忘记，我看一下你的卷，有没有卷？你看那个秘卷，现在应该有一个。有一个，对一个，啊，那就走，你的失忆状况好像越来越严重了呢。他在放空，完了。哦，双子要左右键一起按。哦，你要开技能的时候，左键是一个，右键是一个。哦，那我刚才包几个没有？旁边有宝藏哦，宝藏房。啊，电！前面的电好不痛。嗨嗨哼嗨哼嗨小小小不要推我没人推你你啦你推到我啦我先走过去的就你推到我先拿两把大河马比较好可是你子弹消耗会更快哦。对。命中敌人后增加伤害。哦，距离越远越伤害越高。穿云神剑。哎，哎，我终于醒了吗？我醒很久了。哎，哎，哎，没醒的可能是哈记吧。对啊。好爽啊！人家拿着喷火枪在人家头上盯着，这样子射。超爽的！哎，什么啊？引火。哎，观日者哎，引火，准上线。引火是飞镖，青铜火炮。子弹内射吗？能上下四步。你要玩哪一种的？属性双属性。嗯，不是按。我就双持的时候就可以三属性啊，觉醒啊，觉醒，哦，双持啊，双持啊，我玩爆破，好，没有比较好的枪。
好，宝藏房哦，不要往前，不要往前，不要往前。我捡钱，捡钱，捡钱。啊，靠，白痴啊！有人打，不是不是不是，有人打到火药啦。哦，好滑哦，他的狙击枪其实很滑哎、欸。咻咻咻！吃我的电弧！哦，手好忙哦，这个。哎呦！他是不会动的，是假虫。哎、欸，来了来了！谁说他不会动的？我刚想说他卡很慢呢、啊。哎呦呀！啊！哎呦！怎么突然冲过来？太好了，刚刚好零子弹。换刀子，萤火，哦，铁骑，换道哎、欸。啊，我要有连射效果的，哦，这是武器近战。你可以拿换道，换道是连发散弹。换道，嗯。换到巨人杀手凌空血肉之躯，我要拿血肉之躯，好多枪在这里哟、喔，我来拆枪了、喔，四半银行，所以啦，铁公鸡持续刷新。嗯，好、哦，击败或是摧毁盾牌，阻挡后会立刻恢复。受到伤害后每秒回复3%，生命值持续5秒，太爽了吧！坚韧之躯，对啊，我也有，我是拿坚韧之躯跟那个血肉之躯，没错。你好，可是我的血也只有165，这是血吧就很少。165，我才100，不是不是，可是我没有盾了，我没有护盾了，他只能靠回血了。对对对、oh. 那个血肉之躯就是两倍血量，但是没有护盾。我的爆炸伤害是指什么？是巴纳，就是 Q 啊，巴纳跟有任何爆破效果的。嗯，像我们刚那个昨刚刚拿的那个什么什么银古龙，古龙啊跟。蜥蜴啊，反正有任何会爆炸的都有，还有影弹魔王啊，哎、欸，对对对对对，哦，快速填装哎、欸，先逛街喽，哎、欸，他们丢巴拉进来了，哎、欸，哈基哈基哈基这个，爆炸范围加2米，哦，拍他屁股，哎、欸，两个金箱哎、欸，我天。哎、哦，这里还有一个哦，当权一个普通卷轴，普通卷轴，普通卷轴，逆水行舟，哎、欸，我不要，冲刺技能减半，另外一个金箱在哪？哦，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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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个不要拿，诅咒的诅咒的啊，因为我这边那个给你大河马，我拿逆水，好、啊，我拿你逆水行舟，你大河马。这是什么诅咒？哎、欸，传说秘卷呢、欸？还有一个，我今天有拿到一个传说秘卷，我想要下午随便点一下。你知道他给什么吗？技能伤害加120%，好爽哦！他是获得一个诅咒，然后拿一个传说。哎、欸，阿纪，快点！哎、欸，烈焰弹丸、欸，你看他有小范围爆炸，他的那个武器说明哦。等一下，我现在还在那个双持，我换不了。啊，你换三，它就会解除双持。啊、哦，先换弹后射速变高，累积免疫，呼唤物品，射速变高，这个好了。好。
那那个传说，我赌一下好了，传说卷轴。我想要要不要赌、欸？可是诅咒会拿不下来了。我有第二个宝箱，我刚有第二个宝箱。这个在商人脚下、就是，就是商人脚下的这个，我们就在犹豫要不要赌的这个啊。哦，然后旁边商人的另外一边有还有一个宝箱。赌啊赌赌啊赌啊赌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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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魂宝典进了三增加一百二，我获得什么？传说之刃，看这个超烂。我拿到弹石有33%消耗双倍弹药，看一下。哦不，拿到什么？哦，使用次要技能有50%继续消耗加一，太亏了吧！破碎子弹对护甲跟护盾的伤害减少，但是我获得一个技能是一个卷轴是技能伤害增加120%，好像有赚。哦，对啊，就是那个啊，加120%超多哎、欸、可是好像赚，你好像没差、欸，因为你的技能伤害，你没有技能伤害呢。我开招的时候不算是技能伤害吗？你开招。除非你试试看你枪的伤害会不会加倍，如果不会加倍就是没有差，应该是不会。你等一下去打怪看一下数字吧，因为你的技能不是造成伤害类的。啊，那这样子这个卷轴我是不是就没有用啊？可以给我啊。给我或繁星、啊，给我应该是比较好。可以啊，可以啊，因为我的技能是就是一发特别痛的。你先试一下你的枪伤害有没有增加吧。113，133，133，差不多100多。好，强哎、欸！等一下啊、喔，我要先等我技能 CD。强哎、欸！你说蜥蜴吗？对啊，可是挑战的是它就是爆炸，对对，这、就是它的缺点。但是它的范围那个加二其实蛮恐怖的，好像没差，没差，没差。哎呀，啊，这样子我亏。伤害直接减20%，对，拿一个负面。传送门，来吧，我就地上看你们看谁先。不要啊，不要啊！我要，我要，我要！感谢，开宝箱。啊，暴击！枪换弹十二射，射速提高30%。变美0.5。哦，彩虹哎、欸。这个换弹，可以进去。哦，一进来就有怪了。OK， 行。哦，好爽哦！这算换弹速度有感有感，流感流感，超流感，哎呀，超流感，超流感听起来很恐怖。啊！点死你！在墙上。哎呦哎、欸，我的技能变10000多伤害哎、欸。哦。我的拔蜡弹子年一颗3000，然后一次大概6-7颗，好爽。很爽哎、欸。有个哦，这虎炮。啊不是。紫林。虎炮。哎、欸，叫一把罐子。可是我这个双持下去的话，原本是拔蜡要按右键会爆炸嘛？那双持的时候，一个是一号枪，一个二号枪，那我怎么拉引爆？阿旺，阿旺，好像会自己爆了。阿旺，哎，看这把词缀，这是粘在天上面，它一直吸过去的，是不是？这会一直命中啊？哦，好像很爽哎、欸！你会跳红字的吧？试试看。驱邪护符，哎呦！哎、欸，你，哎呦，你赚哦！可是这样子，前面拿到的还会在吗？会啊。什么？前面拿到的？前面还会拿到的那个诅咒啊？诅咒还会在？这是诅咒在你身上，是卷轴啊？那是卷轴啊！啊，你那个就是无效，所有负面卷轴了。哦，虽然是无效的了，它虽然在我身上，它无效了。对对对对对对，没有用了，你免疫了。
啊，好爽啊！我也想要，我也缺那个东西。你打过流感？哇！看我小手手，我想要。你帮我找到一个那个枪啊，那个刚那个可以吸人家那把枪，我就给你。不是，那很好找到，你不能这样子。太好找了。我你刚说饿死的。然后你刚说，我帮你找到了，来给我。大河马，感觉你每次 A 玩都有东西。哎、欸，哈基 A 好玩，对，因为就是想说不要买，我不想买，我不想买。算了，陈杰，他是雷吗？好，这是狮子是不是？是外。我还在看着，不要看了，不要看了，哎、欸，你在哎、欸，不要再看了，走了，走了。普通难度是不要普通难度瞧不起人家哦，你们。没有，这是普通难度，你可以慢慢看啊。那说的也是啊，走不到不理你们的。哎呦，啊不行啊，我一把枪是直的，一把枪还有下坠。一把枪直的，一把枪是弯的。你要怎么算下坠呢？一个左键要按那个，然后右键按下坠，这样子往上，然后往下，往上，往下，往上，往下。那我拿双持干嘛？我不能同时按。没有、啊，你就等之后拿到同类型就好了。哦，哎呦，等一下，这把枪怎么回事？哎、我刚刚我看他伤害是这样跳的，因为我爆头啊，连续爆头，几百，这伤害没有问题吗？卷轴，卷轴，什么卷轴？什么卷轴？看不到。元素编织，切换武器之后。啊，我没有在切换武器的，来这你们能要？哎、欸，屁啦，三个都是手榴弹的天赋。老兵，每秒恢复五发弹药，哦，这个可以。冲刺技能之后记忆。几率增加50%。幸运。这是我。切换武器之后必定触发元素异常。哦、啊，拿不拿白不拿？看看我的手手，来了来了来了，太帅了吧！狗狗，你等下拿找一个活的，就可以两道攻击。赤木火灵也是适合你的啊。对。哦，等下有看到红色的手手，可以跟我讲一下。哎、欸，不对不对，你赤墨灵不行，赤墨灵是那个要击中，对对，要累积才能用右键，你换回来。拿虎炮啊！能不能拿虎炮？虎炮哦，现在需要子弹银行，所以他是这样子。他双持有一个特性是他的后坐力会跟你主手的，就是主手拿的那一个，所以你在开双持的时候，你不要虎炮当主手。哦，懂了。不然你会就是后坐力会很大，因为他副手的会没有后坐力。专业狗狗玩家。哦。哦。不愧是阿旺，狗狗玩家。阿旺，狗狗好玩。换到雷射笔来喽！如果你喜欢玩雷射笔，你真的玩猫比较好。比较痛。嗯，你那个只是双持而已，看起来很爽，可是你伤害没有猫痛。没有，对，没有猫，除非你就是都拿只拿双持的。对啊。我刚是拿了三号枪射的，你开心吗？想说这枪好像不错用。我也觉得三号枪真的不错用。三号枪很强啊，很棒、啊。狗狗狗狗要最强是你双持最强，要到第三关的双子拿那个拿两把枪击中的时候会有产生包子。对，因为他那个就会直接伤害会加倍。哦。
有怪在丢靶弹的。有啊，上面没有，上面没有吗？有吧？刚刚前面那边两颗都没有，草莓那样东西乱丢。我是丢有人的地方，我刚刚前面没丢，不是我。路上一大堆靶弹，我想要捡一个丢一个嘛。哦。啊，没有子弹也还好缺，会缺子弹呢、欸。你那个射法弹会缺。啊！哎呦，谁在哦？哎呦！哎呦，我左右键好累哦，我要一直按呢、欸，他不能按着呢、欸。我的是按，我是按，我说我都选连射的，按着就好了。连射是按着就好了。打到了，空中进车空中吗？触发元素，耶！藏宝石，有那个宝箱，两个宝箱。丧尸时间消耗弹药3倍，伤害是3倍。高价回收不需要的秘诀。交出一个秘诀获得钱，好像没有用。可以教诅咒啊，应该不行吧？哎、欸，可以，可以呗。我是讲呗，可以，对，可以。那诅咒给你啊，我把诅咒赚钱。诅咒给他还赚钱，这也太赚了吧？以前就可以吗？对啊，以前就可以啊。哦，哇，这么赚啊！都忘了，好爽啊！这样诅咒还消除了，消诅咒，他帮他给你，他给你钱还帮你消诅咒，赞。哇，好箱子哦！沙漠幼豚就是那个红红的一颗小东西。Yep. 啊、太硬了吧，铁头、哦。好硬。隐月，隐月，隐月，你脚边，有看到啊？要死了，要死了！有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哇，我伤害不够了。这把弓还蛮适合的。这把弓怎样？没子弹了。没子弹了。换一把枪喽。痛归痛啊，子弹飞太慢了啦。不行，不行，太 OP 呀、啊，有没有？没有子弹银行真的很缺子弹，没子弹银行你就只能两把武器先拿不一样的。缺钱，缺钱，刮地三尺需要来狂打罐子。坚韧之躯受伤后恢复3%，好东西哦。我要打罐子了。缺钱哦，好缺哦，哦，我要去换另外一把武器，我不要两把雷射笔。太缺子弹了，缺到歪头。你可以先拿这个。可是你要记得不要都拿绿色子弹的哦。嗯。好冷一口。你这样手好酸哦。如果是压着的应该还好啦，我都是压着的，压着就脸色了。哎呦，哇、哦、好爽啊。白虎其实也不错。我靠！这边有，我看你的伤害是大概是我们三个加起来的伤害的。因为我打就用弓箭，一下都是直接都是千的。哦，是吧？这里有弓箭啊！我忘了要怎么看伤害。C，你讲虽然不知道弓箭干嘛。啊！走喽！我是打怪哦。是啊。是打 boss， 嗯，
不，我情绪出来了，我要17秒才能进去。哎，哎呀，我想要看一下而已。还有8秒，你们加油。没事啦，我在打小怪，普通而已。来了。爆炸魔人跟你讲，他停在空中，好可怜哦！那会抓时间的。哎呦！哎，我都往后退了，我被炸到了，我都闪了，还被炸到。画面会有点晕，就是。哎。我没有啊，这个真的是追人的。我被烧到了。我在打他，我在打他，我在打你。哎呦，感谢感谢感谢。哦，最后一把钩，哇塞！繁星怎么了？哎，繁星，你看这个的词缀。哪一个？你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这是那个狗。那个白虎的天赋会打完 BOSS 会掉一把，哇哇哦，玩暴击的哦，不是要打到头，是打头的，没有，他本身爆率就很高了。好了，你杀敌人，我拿到毕业武器了，这是散弹吧？我等一下就一直强化这把了。这把是特殊的，嗜血法剑呢、欸？可恶，我把它丢了。对，两把都是同一个武士刀，好，这样，对，这一把好了，还是有拿吸一两把吸眼。你耗子弹很快哦。哎、欸，哦对，哈进那个诅咒选择还在吗？卖刚卖掉了。哦，好吧。怎么了？我拿到嗜血法剑。就是有那个负面卷轴诅咒卷轴的时候，伤害会增加。对敌人。哦。那我就拿崩掉了。受伤后，哎、欸，像那个，反正你有那个嘛，驱邪护符嘛，这个可以拿。阿基。哎哎哎，好了，你不是有驱邪护符吗？对啊，那你就拿着吧。好。哪里有工匠？工匠在哪里？工匠在这里。哇，就强化这把了，好像也不需要双子，对不对？哦，帮我找烈焰弹丸，我两把烈焰弹丸好了。会死定吗？两把拿一样的子弹，他们会不会耗太快、啊？会，我有子弹银行。哦，好。好了。哇、哦，好爽啊！好爽啊！因为分飞会分裂去打旁边的。哦。这个坏，这个是不是坏掉了？啊，可是弓的缺点真的很不好打中。我大概命中率大概只有50%吧，一半。嗯，是。看不到，看不到，哦，危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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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危险！哦，后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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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以为你说的后面是我们的后面。没有，敌人的后面，是我刚回头一下说，嗯，
有三人啊，河马、欸，他们吸眼，他们吸眼。哎、欸，有那个、欸、古龙，啊、哦，古龙，哎、欸，他这个有命中三个敌人，下次增加一条弹道、欸，哎，哦，他就会直接丢两颗那个烈焰古龙。商人有啥？腐蚀驱动。嗯，加四枪啊！去强化武器。火焰狂热造成火焰异常的时候，自己也会燃烧。哎呀啊！强！火焰狂热要拿到那个火焰碎片，它才比较好用。因为碎片就是它可以让那个属性无效。哦。等下我刮第三次，我刮一下地板。刮第三次，刮第三次就是我打罐子会掉钱。哦。好的，换这个。然后这样子好用吗？哦，好像不错哎，一个吸一个炸。这里有一把古龙，哦，你要双古龙吗？还是哪里？啊，可是大号，你双古龙手会有点酸，就是因为两把都是虚。反正我现在原本就很酸，你知道吧？好吧，好啊，走啊。你拿走了吗？拿了，那是电属性的，哎、嗯。欸坏掉了，坏掉了，有人坏掉了。不是你们前面就有一个人，然后两个人都在打上面的。他一定满脸问号，为什么不理我？有人要很开心的，有人要疯掉了。毒哎，回不去了，毒律令。啊！被本吸进去了。没事，足球很烂，足球很烂。可是一样是球呢。好，我拿，等我一下哦。我定。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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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我刚跳到，只是跳了两弯。哇，好扯！哎，这边有换那个哦。听说从前一个宝贝儿，那是叫宝贝吗？宝贝。啊。这边军火商人，步步金，我的天哪！驱邪护符，你也驱邪，都已经把它换掉了，没有错的。能走底下？上面没有的。火焰碎片，好哦。那你刚，我刚有你，我刚才还在前面吗？你刚有丢下来吗？哦，好像没买，还是你把商人的？哦，哎，商人在前面而已吧。这边打完看能不能回去。我靠，哭啊！哭啊！对，吸他！哎呦哎呦，包子蘑菇包子！枪不要指着我，好爽哦！挑战成功。哎，都给我两个光干嘛？哎、欸，这是爆吗？不是，看不到，哦、看不到。这一崩哦，应该呗。触发元素异常。不管了，我就这个，我看其他枪了。哦，回去可以拿，我要去拿了。哎、欸，弹魔王。可是我没有火焰伤、啊。前面商人回不去了。哦，那不行。那也没还好没伤，因为我那个我也不是火焰伤害，所以还好。强化加八、啊、好缺钱哦、啊。如果有个火或毒的古龙就好了，就两种属性、哦，火毒古龙。他不会，他基本上只会有一种属性啊，除非你就是拿两把、啊，一把火，一把毒的，然后用。对，我是说我现在一把是电，然后现在另一把要火或毒就好。哎、欸，可是你现在电的这把有双子了吗？
没有，两把都没有。他是前面的枪吧？嗯，不然就是要用时刻看，赌他会不会出啊？哇，你们打也是很痛哎、欸，那个血扣超快的，哎呦！哎呦！有箱子，箱子，还有怪哦，还有人，那怪还在打，还在狙啊，还狙，还有声音呢，还有声音呢，回收，回收价格，底下底下，打完了，好，回收什么？回收卷轴，叫啊。叫够一个卷轴换卖钱啊！精绝，看看啊！创世后弹药量翻倍，伤害增加。然后这个双持大师，暴击一下！钱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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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啊！好了，这个卖不了，其他都觉得还不错。捡钱捡钱，他钱应该要战斗完以后全部吸回来啊！要是有他应该要出那个秘卷呢、啊，我一定拿。自动吸钱，磁铁之类的，自动吸钱，自动吸那个金魄之类的啊！对对 对, 對, 對, 對啊！不然他绕场去捡那个东西，下一关应该出个小宠物之类的。嗯，DLC， DLC， 哇，你看这个又可以赚，哇，赚钱，靠你了，阿旺，狮子，会飞的狮子，单翅，这有办法洗那个双子吗？还是不洗？可以啊，时刻看赌会不会出啊？时刻是什么？啊，不对，那个要那个啊，点天赋，对天赋，我们还没有。对，我们太习惯了。那就把枪丢出来给其他人点啊。钱很贵，很贵，八百块。嘿嘿，那耗的不是我的钱吗？对啊。我没钱了。好了，好。嗨嗨嗨嗨嗨 ，home 嗨 home。看你 P 一下可以多少。五分之一不见，最好。不知道、欸。几只眼睛呢、啊？十颗眼睛。哦。哦，好多电球。我要用毒球。啊。哎、欸，毒球，毒球会跟着追、欸。会啊会啊会啊！等一下，不要再追龙卷风，不要再追我了，龙卷风！你不要把龙卷风引到这边来！应该要跟雨月拿那个秘诀。哎呦哎呦，那个越远越痛的那个。欢迎神剑哦！嗯、啊去啊无敌！啊差一点点！雨月，不要过来！啊急救！不要！起来！不要！把气泡！气泡！没了没了！啊！哎，钱不在那里，钱在那里，钱在这里。啊！怎么不知道死掉的地方喷钱啊？他喷在旁边。哦。哦。什么？贵气凛人。啊哈！啊！金破金破金破，持续三秒。嗯啊，好像没有什么好适合我的武器。双子噬心者，双子的大河马，有腐化哎、欸。哦，又有腐化，有腐蚀伤害的大河马哎、欸。哦，好像不错哎、欸。雷电双子的，双子的古龙哎、啊，你刚刚看到这个吗？哦、没看到。腐化大河吗？那我两个都双子哎、欸，还有两个都电。啊、等下去重铸一下。它可以重铸其他的属性吗？不行。
一样都是电，那我两把都电。标弹，标准弹打好弹。我打箱子，一定电击。有钱呐、啊，两块钱呐、啊。打箱子也会掉金魄吗？不会啊，会、欸，会吗？会、欸，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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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因为你有那个、啊。刮可是刮机三十只有掉钱吧？还是他偷改的？我记得以前没有。哦哦哦，有啦。还是天赋。几岁怪掉铜币？没有刮第三十的卷轴，有低几率掉落金魄和包子。哎、欸，给你们拿好了，因为我拿狙击我很难打到罐子。嗯哼。你看谁要拿？刮第三十。我也不适合，我这个炮弹是你的，你最适合吧？你最适合，你范围伤害的哎、欸。对啊，就是旁边的罐子会一起炸掉啊。就是范围没有很大，而且我子弹数很少啊。哦。可是你，因为我自己是我已经打不到啊，我在狙人的。哦、你说他这鸟是不是特效有改？那个拉弓那个好像变比较亮。没注意。什么？我是电。电绕火球 COC， 真的是暴击时失败啊！对耶，酷哦！我就只差射速没有很高而已。背弹之光，那我是要随时的到处乱射一下，射个箱子。火焰狂龙双子，后面还有人哦、喔，前面吧。好的，前面。哦，哎、欸，我一箭把那个秒了哎、欸，那个大只的那个，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真龙鬼，捡枪喽，看枪喽。哦，这是两把枪，我想说这一把怎么这么帅啊，超长枪。叠在一起啊、喔，一前一后刚好变超长，超长的。特殊弹。你要射，干脆拿三射好了啦。阿哈基。啊，三射。数字键三，射罐子。哦。哦，对啦。那不是，那就等于说每个人谁射都没差了哦。在打架的时候，你比较容易触发而已。然后你特地在那边打罐啊，怕你浪费子弹嘛？哦，没怪了，我开招了，没怪了。哦，哎呦，打不到。视野好乱，视野好乱，都数字看不到。这可以关掉吗？可以，数字是可以关掉的。对啊，你关啊，你现在关嘛。不要，哥，我不想关。他死了。对，他死了。他好烂。他好烂哦。啊，刚刚有 boss 啊。有。我获得重型法师在特殊弹。每拥有5点生命值，技能伤害提高1%。哦，翻倍，消耗弹药不会增加消耗弹药。哦，双子剑，哦，这很棒。哎、欸，哎、欸，那个，哎、欸，哎、欸，哎、欸，回不去了。哎，阿基可以拿这把、欸。啊，你回不来了。拜、欸。啊，还是我帮你拿过去，因为我没有在用副武器，我帮你拿过来。拿什么东西？啊！可是我这两把这个我不想要换其他枪。好吧，那算了。那我自己拿。我、哦、这把射程这么短呢、啊？你说哪一个新枪哦？对啊。对啊。它射程这么短。这里有宝藏室、啊欸、不是不是，我什么都没有打到它就全部飞起来，怎么回事啊？
都被打完了，没打到，打不到怪。哎、欸，旁边有那个传教士哦、喔。好，开箱，抢着打怪，想要爽一下嘛。每秒会不十五弹药，射击时有20%不消耗弹药哦。哎、欸，不是啊，我选错秘卷了。还有护盾破裂时获得强化，我没有护盾呢、啊。护盾破损损失，哎、欸、哎、欸，那这样意思是我好像那个神速不会消失哎、欸。哪里有怪啊？什么怪？没有怪啦。怪呢？我开招了、啊，怪呢？什么怪？怪呢？怎么了？来了，出来了。我不想看到怪哦，我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这次比较强啊，这次不能秒啦。啊！我被关厕所了。什么？阿西伯，我精英虚无声啊！精英贱人啊！不要给他吸，你们那个让他脱掉，不然他会狂吸哦。对，他回血哦。我觉得我们大家站开一点好了。哎，他怎么那么……又吸，又吸，又在吸。这里，这里，这里，这里。哎、欸、啊！满心倒了，来了，来了，来了！他死了，他死了。他说我是被一个吸血球打死的、欸。哦、oh? ，他什么时候这一招了？新的，不会是我的吸血球？不是啦，应该不是吧？怎么可能是你的、啊？没有 TK 好了。哇，是狙击枪哦！不要狙击枪，上面有什么东西亮亮的？哦，另外一把枪。哦，这把枪看起来好像是什么道具原型之类的。我说上面什么东西亮亮的？那看起来像手环，上去之后还算是个蛋。等一下，我要到他克了。回收。虚张声势不满，生命石灰四倍攻半啊，四攻各半，好、哦。那个很难用。生命满时伤害增加25%。切换关卡回满。一个精英或首领所造成的伤害增加10%。可是你到后面不建议用了，因为。金手你越来越少了、啊，哦，对啊，可以的话换先换别的，这没有的话再选那个啦。越挫越勇，哦，每损失1%，也就是说，假设我现在增加1%血，那就受少受到哦，少受40%的伤害哦，减伤40%，但是你一滴血就要减伤40%，他碰到你就死了、啊，有道理。好像就变得没用了。不要，你们不要各种在把 PU 东西拉过来哦。啊？我拿到一个东西，是我换弹夹的时候，我指定一种属性的伤害会增加50%。然后他说、啊：“哇，你这个是专精作战哎。”传奇珠宝啊！我倒了！来了来了来了！你怎么倒了？后面有，前面有弓箭手，有门，有藏宝，藏宝室。哎！哦，我可以垫两个哦。对。我在找看有没有枪，我想换枪。拐一下，拐一下就不见了。啊，有痛！我一直被弓箭手射啊。好爽啊！哇，我现在一支箭是20000。哦，20000是怎么回事？对，这还不包括后续的电。
真的没有问题吗？啊，不对，那个，反正我们那时候玩那个，那个鸟的那只 P 一下70万。对啊，因为我们要从前面一开始拿到一个很好的天赋。对，那只鸟它的副技能是用翅膀挥击。嗯，然后它有一个技能叫残根盛宴，就是它挥击只要击杀一个，它最大伤害就加5。所以就从永久的，对，永久的。对哦，它从一开始就可以狂抵。哎，诅咒礼盒比较好了。我拿普通礼盒就好、哦。我不要，我不要买，我要存钱。普通礼盒不用哦，就花钱而已。我要强化我的武器。上面是有哦，工匠是不是？上面是工匠。对啊，对啊。工匠上面。哇，我差60块，算了。钱丢不出来，没办法。双子两把都要这个东西，他才会触发。对，一模一样。你们慢弄，我去厕所。啊。嗯。等到第二把都再洗掉了。包子来找包子吃，有没有包子？包子，包子，哪里有包子？我肚子在叫了，肚子在叫着。喂、哎，哎，我被传进来的呢！打架，打架！打架啊，你那么强了？为什么你那边打？为什么你们那边打架，我这边也会有被打的效果啊？他声音是不是坏掉了？哎、欸，打完了，我说我没打到，走快门就开了。我在水分，我在水分。你们到底打了多少怪？两个区域嘞。你就说像哈基可以了啊。大家都很爽哎、欸。没有没有的啦，是被玩精英的啊！对，要拿着这两把枪哎、欸，可以的，你可以的。哎哎哎哎哎！白胶，这你好啊，白胶，可能可以拿来碾吧。哎、欸，旁边有三人。等一下，我先去拿金破。冲刺三十，哎呀，惊觉双持后立刻填满弹夹，弹弹时间缩短哦。好，啊，还是一直没拿到子弹银行，啊，好缺子弹哦。因为我是用特种弹，两种都是特种弹，所以子弹银行基本上拿了一包我就直接满了，好爽哦。好爽哦！好爽哦！我要走了。什么？是哪一国人这样讲话？啊！万代号15秒可以选啊！可以，好了。嗨，嗨，嗨！我什么都没中，他闪掉的判定位置在哪里？奇怪。嗨，嗨，嗨，没有人了。工匠。哦，不是怪。他不是。他打老板了。刚刚怪从旁边跳起来，然后没人理他，就默默就跳回去。我刚看到他。我准备要打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了。看一下，两个武器，一和二的武器弹夹懂，两者弹夹之和，哈？就是两把，就是你大号弹跟特种弹的武器、啊、子弹会加在一起。哦，可是我都是用标准弹，那就没差啦。嗯。
他怎么过不去？来了，电球，电球的烈焰弹丸。哦，考验准度的喽。没没没，我不要玩那个，我要玩那个超爽的。他已经戒不掉了。对，戒不掉了。超爽的耶！这样子，来碰碰运气，1000块随机一个传说，好啊。好啊，好啊。元素弹夹，造成元素伤害时会。哦、你要干嘛？后面呢、欸？传输卷没有啦，有藏宝石啊，在这只鱼旁边。给我现在已经没有人，现在已经没有人来得做哈记了。让他去吧，他等下就是啊，我倒了。不行，我也想打怪。不行，我只想奇葩。哎，近战的，你这个怎么作弊啊？你那个可以把他们吸住，你在怕什么？怕是没吸到，啊，倒了啊 ！boss 死了？问你呀、啊！我刚刚以为他们顺走了。问你？问你呀、啊？谁知道就是死了？哎呦！啊，等一下，主要技能使用次数加一，那我现在这个是怎样？我可以双持两次，备用一次。我找到你了，子弹银行。哈哈，算了，我觉得这个好了。嘿嘿，啊，按到了。造成雷电伤害增加25%，免疫雷电。然后我有另一个是雷电的那个，爽，雷电增伤75%，对。雷电狂热就是他狂热就是要配碎片的，爽。我是不是可以慢慢走过去，然后就可以捡东西了？可以啊。没有，你看我虽然说很爽，可是你看阿旺的伤害还是最高的啊。我是打单下痛的。哦，我在混呢，我才100万呢。好爽啊！不是啊，如果云月没有给我那些东西的话，我可能也没有这样子。好爽啊！我可以混呢。看不到啊，过不去了。旁边有那个、哦。一个没看过的名字，超爽！什么东西在弹？啊、指定武器等级加一加，强化爆炸，好，再加，更爆炸了，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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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它坏掉了，它坏，早就坏了，前面还有宝箱。前面有宝箱？没有啦，那个啦，金箱。哦，不然拿金箱了。武器等级加一，指定武器名科升级，刷新所有武器的名科。哎、欸，有狂杀哎、欸。哎、欸，爆炸范围加2的狂杀哎、欸，哈基。射速。啊，虽然你武器古龙应该是换不下来了。我换不下来了，那个没办法、啊。就这样，没事，没救了，无解，下不来了，没办法，下不来了，跟我弓一样下不来了。未命中时乘数减一，命中啥、啊？但是这个不好，刷新名科好了。我觉得这个手手好可爱、啊。我这样刷新名科是不是腐蚀伤害就不见了？对，吧、啊？我不知道哎、欸，不知道哎、欸。
我通常都不太会去点刷新的。对啊，他们公益是绑定前缀之类的。保前后面重甩这样。哦，好了，不好了，好。嗯，你有他技能有拿到觉醒是加范围的，啊，有两次而已，还有再一次，又是蛇，完了，我是不是要躺了？我是不是要躺了？完了，没有船吗？弓，商人帮我什么？弹药翻倍哦，这好，看赔钱。我是一直都没钱。充血。哎呀！强化，强化。抱歉，能不能过雪山？哇，这顶多在这乱结束，再乱再乱而已吧。最后一抽抽到啦！哎呦，抽到喽！没有，就装值啊，挣300块。一抽抽到蛇阿纪，我不想看到他，给他死，给他死，给他我先死哎、欸！他弱点是旁边那个的、啊。哦，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啊，可以了，我快倒下了，可以了。伤害你的伤害好扯，掉，我倒了。跳起来按冲刺也可以啦、啊、我跳起来倒在地上，阿纪在旁边、啊、耶，就到了，还有、我倒了，我倒了，我倒了，救，跳啊，跳不行，我在救人 我救得到、啊、可是我直接复活，我直接复活，但是我倒了，我哎呦，顺啊，没顺到，哦，啊，操，冲啊，冲啊，回，冲啊，回，换我了，换我了，换我了，冲回，冲死，冲回的，行吧，行，有了，有了，有了，哎呀，哎呦，哎呦。赶快去死啦！要多久？哎呦！哎呦！啊、哎呦！哇、啊！打打打打打打！用打的打的！去死吧！哦、啊、哦、啊啊啊啊！哇！我获得成就，啊、躺赢选手之一。哎、欸，我的弓箭剩下。在五支箭矢，我什么都没看到。有没有我要的、欸？其实是可以，他这边是可以选出去的，不就不打雪山了、啊。金破嘞，没有金，没有那个金破、哦。吸完了吧？吸完了吧？他掉下来就按集中哎、欸。哦啊，这也太难了吧，看不懂。我们不能再死了，我再死就不能自己复活了。可以啦，我觉得他有变强哎、欸，蛇有变强，而且一堆蛇冲上来的时候都不知道冲回。啊，敌人呢？哇，没了。敌人呢？问阿纪啊阿旺哥哈纪啊那我要去捡东西啊应该共享啊，帮忙捡才对啊，要有这个设计才对。他
张图好大哦。试晃一下，捡一下钱啊！好的，好爽啊、哦！嘿嘿，好开心，你在打了，不先过去会没得打。不是，我在测试。这球一炸开是一万三，那个数字多开心，你知道吗？哦，你也是夸张了、啊。我忘了要开技能了。啊！怎么都没有人？不是，每次都开了技能，没有东西可以打。对啊，开了技能一转头，没有半只敌人。啊！哇，你怎么是白色的？还会一直对你开枪？啊，不是哦，有什么办法？啊，你怎么是白的？我没有 skin 可以换，奇怪。哦，害我射错了。气球被吸进去，很可爱。雷打到一箭，哎呦呦！你们头上两只狙击手啊！哦，好好。好多金破在下面，我要去捡。下山喽！下山捡东西喽！啊！哎、欸，他改了、嗯、啊，只剩一个了。他画面新有那个了，锁链。对，昨天没有。昨天就是固定一个吧？对啊。就让你没有打掉。那、啊、其实这意思就只是让你告诉你说，这是两个手术的意思。应该是设定没有声音，好像没出现。有工匠、喔、哦，要强化来哟、喔啊。在哪里？在山坡下、喔、山坡哦。山坡下，哇塞！好下山喽。我想说，刚刚捡钱捡钱，怎么看到有人站在那边？想要和那个古龙，还有古龙。哇，加十七！你古龙不是已经很强了？现在加五哎、欸，要把它加五哎、欸，那你就强化它、啊。你没有特别强化、啊，没有啊，特别强啊，强啊，该强了。你没强，伤害还有两万。哦，好，拿到 BA 武器还不强化，我这把都强化加十七了，你还在加五？哦，好，你双持，这样双持有个缺点就是你两把枪都要去强化、欸。不用啊。啊，对啦，没有。如果说你两把都是要打伤害的，对。啊，你会走到。我想要赶路，怎么按三来赶？我忘记了。下，这只是下山。我子弹扫过去，没扫到任何东西。哦，那我们昨天打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昨天这么累？因为他们，因为哈基没有狗啊。哦，昨天还没捡到一个人，边角啊。哎、欸，有优福。优福？想说你知道是在有优异。他也加不到，人家就死了。啊，可怜呐、啊！可怜呐、啊！哎呦，好惨啊！哎呀。现在什么是直接往前推就敌人就死光光啊？哎、欸，首次伤害免疫哦哦啊！我持续伤啊，还没伤。我有擦，我擦超多啊！我一箭射不死人啊！哦，大河马要一直压枪，好累哦。对，不要你另外一把拿手套啊！你知道我两把都是大河马吗？
你开双持的话，用手套就不会有后坐力了。但是我两把都是大河马、啊，换呢、啊？那就没有办法了。哎、欸，躲、啊、出来，出来，在哪里？打不到。哦，那手套给你啊。不要，我要两把大河马。哭。那你就压枪吧，慢慢压。那是工匠啊！哦，早说嘛，你要讲话，工匠，你要讲啊！我是工匠，不要射我。工匠应该哀嚎啊！啊！不要打我！我被纸捧吃了，我爽了，真是爽歪呢！这游戏也是爽 game 啊，无双游戏。不要躲树后面了！哎、欸，有门呢、欸欸。不是是，后你们后面有两只骑兵。有原住民，有原住民。好的，原住民死完了。先找一下弓箭。得钱，得钱。啊，他现在强化都是600块、欸，凡西。等一下，我在被追。你在。你在里面？我想说你，哎、欸，不是我以为你进来了，我以为你进来了，你知道吗？没有，我刚超远的，我只是先标记，我没有进去。哦，里面我想说，赶快进去。我想说你，哎、欸，你标记了，阿、啊、美看到了，你进来了是不是？我没有进去。原来你在里面，啊，你进去，我没看，我没进去，不会叫一下。我想说你们在聊天，会不会聊很开心啊？那我应该可以吧？哎、然后你突然跟我讲了一句话，害我开始觉得我不行了。早知道就让你打完我们再进来了，王哦！我两只哎，三只哎，哎呦，怎么越来越多只？他是赛巴吗？怎么越来越多只？他等一下放袋了、哦。哎呦！是有一只在真的是不知道，反正都打就好了。感觉他每个盾是分开的呢。哎、欸、哎、欸，死了，死了。那他血量是共同啊。不知道，不知道。没事啊，反正死了就好了。腐蚀的寒霜哎、欸，好跳痛哦、啊。哎、欸，冲刺可以三次，好，太好了。设置。重重他，哎、欸，极速支援战，每秒恢复15%到弹夹内，他是直接进弹夹内哦。对，那个不错。逆水行销呢？你需要换弹的话就不好。这里，哎、欸，这里的枪好值得拆哦，拆一把100多块。立刻。好，我要捡钱再去强化一次。他不是整两次而已吗？三次啊！可是因为我刚刚都是一直没钱的状态。三次，好，你们是有天赋吧？哦，对，哦对。这是不同游戏，一定伤害。嘿嘿，开心。昨天玩的是什么东西？昨天被打完，只是白痴，就是体验版，有没有？体验游戏。好了，这边觉醒不能选了，好难过。他就只能固定了。哦，打他了，打他了，打他了，来了。这只是什么？昨天那只啊？昨天那只熊。昨天那只带我们的啊。哦。一刀把我们切歪。我好了，我没得点了，没得买了。玩到重铸了，完了，好不，完了，双子完了，要不要丢出来？我帮忙重铸，可以重铸两次。好啊，请你要哪一个？元素异常的那个，共用元素异常，克制。
特质共用元素异常。哇，我有300块。共用元素异常，这个应该是这个吧？你看是不是这个？哇，你是幸运月月。哇，欧洲月。我是躺分，我是躺分，我是来躺分的。我靠 Avon Carry 的。没有，我把你们装备都弄强，然后我来躺分。我的弓现在是加20，隐约的伤害的2.5倍是我的伤害，我的伤害的2.5倍是阿旺的伤害。倍数成长。福利倍了，哎呦，福利熊熊福利。他是这个画面，然后播那首歌，太屌了。哎呦。你的头可以看我，我、哦、靠！太无敌哎！打上面那个，打掉了。我要带他去散步，哎、狗狗来，我们去散步。哦，可以可以，无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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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头打上面，打上面打上面上面上，赶快！他怒气值不能拉满，他是上面的灌怒气。完了。憋住呼吸，成就解除。哦，最后一阶段就是赶快把他盾打掉，把他打死就好了。哦，看他是巫妖王啊，剩一滴血。我刚，哦，我刚一瞬间想说是不是还有一个阶段的，还有一阶段哭了，我傻眼了，居然过了。过了哎、欸，我们破关了，啊、哦、是通关了，他没有在下一关了，没有了，这是这就是目前最新的，对，这是前天、昨天才更新最新的，18号破关了，是不是可以删游戏啊？我们还有很多可以玩、欸，你还有好多角色可以玩呢、欸，对吧、啊？挑战成功。咦、欸，哇、啊，我原来说自己在慢慢加了，我想说还在等等有没有其他的枪。真的假的？我想说，突然又来古龙加五而已，你知道吗？哦，居然有剧情呢！剧情为什么没有？还是点天赋点完？嗯，天赋点完。哦。进入新的冒险。对，减伤，先把减伤变起来。变到这个画面。普通精英哦，哦，可以开精英了，解锁40等，我可以玩老鹰了。老鹰是近战神角，对，他是近战，哦，也是跑酷神角。对对对对，你40等了，41了，你没点天赋啦，你还没点呐、啊，你天赋就点一点呢、啊。新的冒险。繁星要一起兔子吗？来啊，一起兔子他们。所以兔子还是要拿散弹呢、欸。掉散弹吗？机枪不行吗？就是就射速快的啊，跌得快一点的啊。啊，可是散弹你一发就那么多，啊、对不对？我先撤。啊，击中。对啊。飞跃，奋力飞跃一级，落地在7米内的范围内，造成750点的伤害。每命中一点，恢复20%的护甲。你看那个有个叫长庚盛宴的，这里可以看东西吗？可以啊，你回那个，你按 ESC， 然后点英雄，有没有？英雄。然后选你的老鹰之后，左边有个觉醒。觉醒。对。哦。然后那个刃戟右边第二个，叫长庚盛宴的，是那个。如果你在第一回合就拿到这个的话，
然后又都是你最后尾刀到的话，你知道我们那时候就尾完，我们只是挥两下，那个 boss 就死了。哦，超痛！我们就挥两下而已。怪物生命值越低，挥砍时伤害越高，挥砍增加五点的砍杀伤害，基础伤害。然后就的话，另外一个玩法是玩散弹枪啊。嗯，我那时候不开心是他有个成就是在15分钟内结束一整轮。15分钟怎么打？我那时候用鸟是在8分钟内打完。但是我自己，这是我当时的个人成就嘛，因为大概过了两个礼拜之后他就出了这个成就出来，我那时候快气死了。他应该直接解锁吧？没有，我没解锁到。那再跑一次咯。对，这样吗？啊、但是那是那真的要刷到第一个手抽很累，不好拿。对啊，是运气，很不爽。来吧，精英吧。好喂、欸，好喂、欸，来啊，精英呢、啊？继续玩的爆破狗狗。好喂、欸，好喂、欸，咕龙，好喂、欸，咕龙，哎、欸。我们养哈基就好了。就让哈基打就好了，我们在旁边混啊。来，哈基把枪给我，帮你强化这样子。引弹魔王雷霆手套清晰，所以我要拿刀剑类的，是不是？什么刀剑？也可以啦，或是散弹枪，就看你。你前面就一线一般的枪啊，弹根盛宴之类的话，你再想办法在哈基杀掉之前尾掉他就好了。就哈基不要打、啊。我正常我玩那个双持，然后的那个双大河马，双大河马其实也不感觉也不错，但是就还都还没来不及打到人就人就死光了。啊，这场我玩大河马，这场你大河马，好河马，好河马你好，河马你好，要做假胖了吗？boy boy， 河马是在讲话吗？河马不会讲话了，他怎么？等一下，是做反应是做我们两个在这里面的。没事啊，怎么了？有仓库啊？哎、欸，有那个，我觉得他们隔壁也很刺激耶。啊？隔壁打完了？啊，我们在那个呢。哦，没有，我们就打到拿宝箱的位置啊。我们这边宝箱也打完了，来交换交换交换，交换交换交换。我看羽毛是什么东西啊？哪有羽毛？羽毛就是你的那个技能啊。我们都叫它圣翠佩。没错。哎、欸，剑元固体耶、欸！干，我还没有哎、欸。我人剑合一。嘿，飞花的基础伤害。快速装填，千万。哎、欸，谁？等一下，那个，等一下。30秒，最后一秒再取消就好。啊！不是啊，你前面拿了吗？拿了。应该都拿了吧？拿了，长矛拿了。换枪之后立刻填满弹药，这有人要吗？换枪之后立刻填满。快速装填。给哈基吧，如果不是我直接双持就不需要了。不是、啊，你总会有没双持的时候吧？现在。拿去了，好，拿去了。哥、欸、啊，可是你自己不需要吗？我到时候是拿刀吧。哦，好，那好，我拿比较好。这是在养肥大家的计划。我要再来躺一次分。所以你觉得手抽没有残根胜利吗？没有。哇。没有，反正在第一大关之前拿到都是好的。哎、欸，你越来。哎、欸，等一下。我刀了，不要把剑，你看你要哪一个，随便。对啊，这你可以当原始。这一把刀，我这一把刀很挥起来比较舒服，对吧？唔掉唔掉，我异能之躯，我快死了。我刀砍得好痛哦。嗯，对，但是他们枪托打得也很痛。哦，真的，我被打两下就快死了。你要前面要比较不容易死的话，你要急要拿到有回护甲的。那个你要鸟的机制比较特别，它护甲是不会自动回复的。它是护甲，不是护盾。
哦。那通常他点天赋会有一个是你用了你的E技能之后，就会回护甲了。这没有人要。会有额外的。我去，这应该是没用吧？不能丢。你的是那个除能核心，就是主要技能加一次次数。哦，我这次拿这个没什么用啊。亏，早知道不拿了。嗯。好没用啊！好没用！我要怎么回护甲？要你的精绝有拿到，比如说药剂有击中，或是什么射速射双子极限生命。药剂结束之后呢？哦，这个啊、哦，击杀一名敌人恢复20%护甲。你看他升上去，他有我记得有升过的是，你只要放药剂就会恢复。药剂每击杀恢复50，这是每击杀。那应该，哎、欸，不知道是不是有没有改，还是这是另外一个吧？千日护甲、啊，我等一下找上人把这个用掉，这个秘诀。药剂，伤害啊两。哎、欸，哦，哎、欸，他噬心者的准心有改耶，之前不是长这样耶。这个吧。哦，药剂是一技能 ，OK。哎哎哎。哇、哦、啊！哎、欸，你怎么死了？地板有火烤，我当我捡东西，当焦啊吧！我也是北平烤鸭了。好痛哦、欸！砍到炸弹了啦！你为什么砍他？你为什么砍炸弹？我怎么知道他在我旁边？没有，他没有说他是炸弹呐、啊。他没有讲。哎呦！啊，不是啊，在我怎么过去？啊，好硬哦。哦，我懂了，异能之躯。哦，你也是哦。啊？还是你要异能之躯？我可以给你啊。等一下。我是这里有一个，我还没拿。我拿，你那个最后的回血手段呢、欸啊？不是，我碰到门，他传进来了。好。啊，这个是不是回不去了？可以。这可以吗？它是石门呢、欸。石门，你说在那个吗？水库。等一下，我是捡到异能之躯，我捡到异能之躯了。啊！你帮雨月捡到了是不是？我自己的，我捡到了。啊啊！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在努力救你了，白痴哦、喔，被装！啊！异能之躯啊！不是，我们现在难度是精英哦、喔，各位。哎呦！开了门！哦，我刚好捡都没捡到、喔。哦、啊，这是异能之躯，刚那个哎、欸。哦。你们刚刚是同时解锁那个成就吧？哦，对的。哇，我现在只有一滴血呢，太帅了吧！哎、欸，等一下，你没有护盾哦、喔？应该是啊。啊，他是护甲。他现在没有那个，他还没有回那个盾的手段。还你们。那不然我先，还是你要？还是我不然我拿。我也是异能之躯啊。不是啊，狗狗不适合啊，狗狗双持会自动回血、啊。不是，我就是异能之躯啊。那个啊，不对耶，我血155，能盾才100。才50，没有，他会叠上去，那加不要加倍还是很亏，好吧，加倍还是很亏，好吧，你是救我进来喽，我也进来了，刷新武器获得一把，谁给我一把、啊？寒霜、哦、加2，哎，铜现在变好用了，蓄力变快了，是什么？哦，那
来是踢人回盾啊！哦，对啊。哦，懂了。我说我盾怎么都这么少？我知道了。哦，我说他追我们两个打，啊，原来刀按着攻击就好了，不用连点了啊。好了，好了。哎，你要不要再挑战一次？不是，我现在是玩这次，你就给我开玩笑吗？你觉得我看起来像开玩笑吗？不像吗？师傅受到伤害之后会血伤，切换武器之后会免疫伤害。哦，逆水行舟，逆水行舟是对我一点用都没有。对。哦好，师傅。孤狼之影。啊，前面这秘诀是谁丢的？什么秘诀？是不是还有个异能之躯？对，那异能之躯，到底有多少个？我没有了，我没办法拿了。看一下，这样我拿异能之躯翻倍是不是也不错？就是你要随时注意你的护甲。嗯，没了就要想赶紧想办法毁灭。因為护甲见底，你就死了。好，了解。走吧。哦，萤火其实也不错哎、欸，会爆炸型的，对吧、啊？对啊，它是爆炸。它会插在那个身上哦、喔。萤火以前比较强啊，它刚开始出的时候范围超大。它刚开始出的范围。他刚才出的范围跟琥珀一样大，哦，所以他那时候直接坏掉，没有要拿琥珀，全部拿衣服就好了。嗯，哎呦，你直接插在我脸上，吓死我了！为什么？生命之源，经济弹药以后，啊，这对我来说好没用、啊。天。减铜币生命值回哇啊，那就他进来了、啊。异能之去了都没用。对，现在有血量的只剩你了。只有你不是一滴血。欸、是哦、欸先不要去伤人哦，上面有那个。上面有门是不是？嗯。哎呦，地上有火、哦！耶，吸哦！来看我，有打屁股。不是，旁边有两只小怪在揍我、啊，揍他！不要了，是啊。好硬哦！知道。萤火神光，突然想拿试试看两把萤火，就是一直丢苦物。对，是驱动，息息相惜。周围有幽冥玩家，有息息相惜可以增加伤害哦。圣物击败一个。处于元素异常的敌人增加伤害。我、哦、这是有元素的吗？这一把是有元素，哦、有哎、欸，我腐蚀元素哎、欸。药级之后有觉醒，也可以跟你武器有一样的元素。哦，所以我拿什么元，拿什么武器，药级都是什么元素啊？嗯，那个要觉醒有拿到才、哦、就有了。哦，而且它好像是100%造成元素异常。哎呀，
被挤进来。额外惊喜，额外惊喜你要拿？有，我拿了。好了吗？好了。好像不知道可不可以耶、欸？你说那个吗？剑元固体吗？对啊，不是，我说那个人剑合一配那个寒霜，你打看。有，会触发。哎、欸，哈记，哎、欸，你不要龙骨了，对不对？龙骨不玩了，好，我玩灵魂，然后转职了，转职。大河马玩过了，龙骨玩过了，这次玩萤火哎，双萤火。那你该去玩狂杀，你就会变双持的炸弹鼠。双持炸弹鼠是什么东西？狂杀就是炸弹鼠的武器。获得诅咒卷轴，诅咒弹夹，33%获得消耗2倍。哎呦，好像有点不太好。那、啊、是诅咒的吗？还有敌人啊？哪里？在你头上跳来跳去。哦，人呢？在旁边、哦、角落。这挑战事件，突然声。来，吃火啦！哎呦！为什么弹夹？哦，哇，弹夹加倍的火焰狂龙！我刚想为什么这把可以射这么久？哦，彩虹的。首先要拿这个弹夹加倍的，好啊，火焰狂龙，护甲增加20，狂烧哎、欸，护甲增加20，他这是会直接吃到那个吗？所以是异能之躯的效果吗？哦，它是变加40哦，消耗15，每次使用四药剂有哦，可以耶，我可以。哦，不是、啊，它可以这样搭哎，就是那个射速很快的，对不对？不是，兔子配那个枪的词缀有，就是未命中回到弹夹，它一样可以触发这个哎。被砍命中敌人只恢复10%。那我现在在刷那个六把剑呢。哦。好像不错哎、欸。没，还没看到第二把萤火，好难过。这好像很好，以逸待劳，砍中人就恢复10%的护甲、欸。哦，对啊，那个就是你可以在前面，你只要那个。可以有办法砍人，你就会一直有护甲。哦，这很棒哎！好了。哦，这样子我如果在前面砍人，都他没有瞄我，我一下就补回来了。嗯哼。是。啊，为什么我另外一个是这个？我另外一把枪呢？我另外一把刀呢？奇怪。那、啊、我另外把这个是给你的，我已经有把毒刀了，再拿一把。啊，好，双持毒刀是不是？这把是不是会比较快啊？我来了，奥运。你好远，你不要跑！少女卡车。好的。少女卡车。啊！狂丢他脚下。我到底有没有砍到他？我都不知道。不知道。你下来。不是那个小怪要清，那个小怪要清不然会死。Yep。
不是不是不是，别打我啦，跟我什么事啊？为什么我没有回护甲？要砍死吧？他说击中就有了，击杀是20%，击中是10%。你现在满的啊？我现在没有，差14才满啊。哦，原地起跳。哎呦！啊！啊！哎呦！踢！赶快回去！啊！地板，地板！啊！烧死他！啊！我倒了！啊！好恐怖！有跳成就吧？成就？就死掉的时候那个啊，应该是击杀。应该是之前就有那个了，之前就有跳过。哦，幽能皮肤这个你们要，我觉得比较你们就比较需要哎、欸。强化弹药，不为临时减伤，护甲为临时增伤。陨月拿吧，我也有一个，我也有一个。哦，你有一个，他们同时解的、啊。哦，对耶。哎，毒球的双灵裂呢？我回砍储存上限。护甲要紧命中毒球，好，我拿。要紧命中敌人时消耗所有护甲，每秒跳下去我就直接死了。不要拿那个哦，跳下去我就死了。他什么时候有消耗所有护甲这种东西？对啊，要紧命中敌人时消耗所有护甲，每消耗一点护甲造成 0.8% 的伤害。跳下去我就直接死在里哦，好爽，这样子好爽。自身切，你那魔王不要了、哦？不要了，我不要。我没有，我手上有一把炎魔。是啊，然后回到这个的、啊。对啊对啊，因为我手这把也是。哎、欸，好，那我要这样，来，而且我自动追踪，是吧？你有自动追踪啊、哦？有啊，我就躲远远的标记，然后就这样子。可是我剑还不够痛啊，我剑一下才700而已。试试看。标记射，哎、欸，我标记你也可以瞄吗？不知道哎、欸，我标了，啊，应该是没有。这球是哪回？是精英的场景、debuff。哦，困难世界，困难世界，哦，来了，在哪里？欸、精英土狼哎、欸，哎、欸、新的哎、欸，金土狼哦，大河马哎、欸，黑色狗狗。射击者18击对敌人，我操！我是什么？哦，真伤呢！这个给你们射击用的。哦，巨人杀手哎、欸，射击用有18对，这是我刚那个。巨人杀手很棒啊！这个我用不到，我是用砍的。线、啊，有人被石头撞到了，被石头砸了。咋了？火箭停不下来。哎呀，然后我讲一下、喔，这球会很奇怪的蛇形转弯。哎，对，它会莫名其妙的转弯。它不是直直的滚下，它是斜斜的滚呢、欸。对。哎、欸，有大河马呢。不要，这场已经决定不玩了，他就狂出这个哇。去死啦！没有这个转的啦。烂石头，箱子啊！按住射击，不生气。我没有，没有生命不能用。我先把那个拿出来，等一下啊、哦。损失，先把异能之躯拔掉。异能之躯，最后一个指定的村庄。丢一堆在地上，一堆异能之躯。
野蛮城为什么暴击死啊？我的一人之躯呢？在这。走喽。哦。满血弹药，等一下我先捡起来。哎呦，哎呦！啊，人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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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好，进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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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酷，跑酷。进去。飞剑侠。越级之后。啊！不要进，我有，不要进，我有，不要进了。越级伤害增。妖镜不是那个吗？那个啥？那个电源超华，对啊，长根有了、欸。我刚拿的。哦，好吧。拿，挥砍。才第二关、哦、，OK 了。挥砍，这是我的那个嘛 ，Q 键嘛。对对对对，这里有这个工匠。还好，我觉得太早。工匠还太早，对。嗯。什么东西？顶级啦！啊，这是跑酷喽。所以我是要用挥砍打死人哦、喔。对，要尾刀。尾刀。欸，球会那个呢。Yep。啊，隐月，你可以用你的一技能去撞球。会把它踢掉、啊。对对对，快快快，你试。哎、欸，踢掉，我记得是会穿越吧？他没有哎、欸，没有穿越、欸。哎、欸，我被弹回来、欸。不是，他改了，他又改了。偷改。这里是花钱提升上限的。Yep。我觉得要拿哎、欸，这可以加护盾。我血200了。啊，这我要怎么过？我会走这个。左右左右走，左右左右走。他都哎呦啊！第二关才是要靠那个的。哎呦！受到伤害时，接下来伤害从零三千一。啊啊！陨月啦！啊！真好厉害！有淘金工人啊，你就是工人了的。啊！啊、工人要被石头撞死了、啊，工人要死了，增加上限。好，啊，怎么会有火？ Okay, 我是不是靠腰有火啦？你越小心哦。有办法飞过来吗？因为对对对，斜着飞过来。我天啊！等那火喷完，好飞。嘿，过来了。啊、是。是什么？淘金工人哦，加倍。给你去送人。我的心跳跳的好大声。每吸到一个诅咒拳，静止时增加伤害，这个对我没用。逆水行舟，啊，这几个都对我没用。静止时啊，他们不是没捡的，好像没了。啊，这个了。我的心跳好大声。哎呦，哎呦！工匠，怎么找出来了？哎呦，让我回个哦，回满醉了。这样没有人啊，没有标记到。哎呦！哎呦！狮子弹！呀，追个！呀，这芒果啦！这很禁忌的。第二波怪物来袭！AI 是不是？ 啊！ AI 怎样？有没有想要说他有点笨？然后就被打了，哇！光速打脸，这是光速呢，乱讲话呢。他预判你要讲的话了。
哇，你们两个同时哎呀呢？哎呀，跑到了。有在烧我灯，在那边。哎、欸，繁星这个还是坏掉的、欸。那个还是坏掉的。建源固体，对不对？嗯，因为我刚我一直都无感呢、欸。我盾300多。被打没什么感觉。隐形的。对啊。他的隐形跟没有一样啊。我的飞镖会穿过他、啊，我、哦、会穿过。或者是这个，不知道，刚刚看到是穿过去，应该是这个吧。啊！不小心把他砍死了。嗯，有没有飞镖啊？有没有飞镖啊？有弓了。回砍越级，伤害增加 ，CD 减少。哦，当然是这个啊！双倍啊，不是啊，这个就双倍了，我还在那边40%继续双倍。嗯，进去喽！等一下，反正商店也会有啦。挑战事件，商店也才三把，然后也不一定出。我们可以帮你看的、啊。嗯，好。能力透支，哎、欸，能力透支应该看要不要给愉悦吧？成就捷道的，哦，那愉悦应该也有。等一下，站在前面打架。你这只什么鬼？小小只的，不是墙后面怎么子弹飞出来？搞什么？哪里有能力透支？哦、看到了，魔鬼契约，魔鬼契约，生命上限减少，减子弹，生命，哦哦，生命减少啊，对啊，他是扣先，他这个只是扣血，他不是扣永久。是我是永久扣呢，生命上限呢减50%呢、哦，对，哦他改了、哦，获得金币增加，然后生命上限减50%。哦，因为以前以前是当下拿，当下拿，当下捡，他、啊、之后可以补回来。对对对，他只是扣片流血量，他不是扣最大的，所以以前都会捡。异能神术拥有10%的护甲哦，哈基哈基哈基啊！我真是，哦，我吃包子会回复你们呢。拥有10%的哦，睡啦，就是这啦，先声夺人啦。没拥有10%的护甲或是。护盾值移动速度增加10%。跟你们讲，我已经有4000块钱了。我6700。哈气！哦吼！哈气！你看那个钢系的技能。钢系。哦，酷哦。哦。哦，你有点那个加倍哦。有啊，有时候都要玩这个了。拿两把弓要怎么拉弓啊？没办法，好、哦、没办法哦，好、哦、没办法。弓是不能双持的武器，然后会都变4只手在拉、嗯。用牙齿咬住弓。他有设定，有的武器是不能双持，剑也不行。哦，啊，不能78763了、啊，不要按银行的。我觉得我的灰卡要再强一点，不然要么是被你们打死，要么是灰卡挥不死。要你可以优先去先挥小怪，有护甲就先。留给你，留给你，留给你。这边，快点快点，音乐上来。好吃的，我吃这个加硬哦，这是加硬哦。上面有宝箱哎、欸，宝箱旁边是怪。我没有灰卡了，打掉他吧，我没灰卡了。哎、欸，我被挤过去。旁边有那个哦，哥哥刷新所有五颗，有藏宝，好像还好。藏宝是这样子的、哦，50狂啊，
啊，这下这个是不是？那个？萤火灵哦，注意啦。什么？哦，这边把的双子嘛，没有驱邪护符哎，哦，水哦，我现在可以随便拿诅咒了。这怎么上去？啊，这里有个斜坡啊，这里有个斜坡。我刚多少跳不上，跑酷，上次随机又是跑酷。哦哦哦，啊那个，我不管了。那个是很强，突然加速。哎、欸，等一下，完全走到前面去哦，白痴哦！你走到最前面了。对，完蛋。是你很勇猛哦。你很勇呢、欸。我应该打得过吧？你不是上一场的你了呢。这是精英难度哦，你可以吗？我试试看哦。我来了。啊，痛痛痛痛痛痛！哎、欸，痛！因为你有这个吗？等一下，我还没过去。那我先去帮他记。啊，那个，如果你有的话，你再给繁星吧。啊，我死了！啊、哦，我来了。不要怕！我刚是血量一扣的时候，瞬间回满吗？应该是，你是说安全气囊？只用冲刺变了。对，哦，我知道哎、欸。哇！我每次投完这个，我都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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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中断！你不要打我！你个八七。保护规则。这个好了哦。那就那我会了。嗯。哇！我完了！我在这完了！我死了！来，反击点！没事。远方那个的狙啊，作弊啊，打死你！嘿咻，回个甲，有点甲就比较安心一点。我是应该回去跑酷。射击是20%几率增加弹夹内的子弹数量。我的子弹已经很够了，玩这个不需要子弹。啊啊！进血弹跳。美丽，哎、欸，够几点了？像啦，还有一只哦，居然还有，偷袭啊！啊哈，生命值每降1%，幸运值加0.5%。啊，我幸运啊，没有生命，我生命那这个有没有人要？我们都不是一样吗？看他需要不要？什么西？生命值降1%。有加什么？幸运级几率增加，暴击增加、啊。我还在想办法进去那个跑步区。那应该旁边的小石头可以走上去啊。那个小斜坡啊。因为是我在里面呢。我说死掉后面没人救。哦哦。就救你啊。干不过。好，那加一把。他现在在跑酷，我去上厕所。好。哎、欸，啊，你到了、哦，到了。前面的要拿吗？看你要不要拿，它是生命或护盾的那个。哦，那拿一下好了。有干扰。可以的。雷电。啊！要拿基础针。OK。好。这想要拿两个火的就好了，不要拿两个一毒一火。专精一种。看你的爆破拿了多少，你爆破拿的多就拿两个萤火啊，爆破拿不多就双属性可能好一点。动手吧，我都是加双持期间怎样，爆破零，那还双少了。
嗨嗨嗨，回来了，回来了，嗯、啊，好 ，Go， 哪里有？哪里有？啊，没飘到。哦，踢一下直接回满盾，好爽哦！是哦。兔子还是坏的啊！我被打根本就没感觉。你怎么没感觉？他这个回盾的速度太夸张了。耶！这次给我，这次给我，这次给我！哎，我发动进血弹药了。哎，回的回来，繁星。怎样？我靠！进血弹药被人固体。我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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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他好哦。啊！被打死了，我没有回到他。我怎么那么脆、欸？多人其实鸟好像有点难。对啊。对，因为他没办法说最后的时候自己去挥他最后一刀。嗯。嗯，他有肉怪、啊。有哎、欸，有哎、欸，有哎、欸，有一只哎、欸。好，他不是队友啊。他不是，他还在散步哎、欸。狂杀哎、欸，雷属性的。啊！精血有没有增加？哦，挥砍伤害增加100%哦，这样子就好多了。哦，那个跌到满的话有击中回复，击杀回一次哦。没有，他技能都有变化，跟你们之前好像不太一样。一样，因为他现在这只是加100%，挥砍后下一次射击加50%伤害。啊，那不是这个，叠满没有，嗯，那个是有另外一个是直接加那个挥砍的伤害，嗯，嗨嗨嗨，先点这个好，还是先点这个巨型爆破，先点这个好了，好，哦，这样如果拿那种追踪枪，然后。开无双之前先标记，然后开无双，然后都打两把枪都在头上嘛？嗯，还是只有一把会在头上？不知道，你说两把彩虹，可是彩虹你靠中距离它就会自己瞄的。哦，弹夹那个地方有没有要升仙啊？先升多人？对，有没有要先升啊？有这场是哈记吧？哎、欸，他今天有了，有了。没有人要，那我就收着了。这个我要丢掉了。这个，刚刚这个哪一个？这个我要丢掉了。魔鬼须。哎，那我们可以拿吧？这个你们可以拿吧？我觉得你们拿比较适合。我们只有一滴血啊，干嘛不拿？对啊，这个我已经有拿了。哎，没有加钱哎、欸，好笑、哦。他是不要他改了，现在吸到的，获取的。哦、获取量增加，因为他以前是扣血，然后你现在的金钱持有量直接加倍。哦、啊，你们可以拿，你们血量没差。对，我们只有一滴，少一半还是一滴。220的血只剩100，超亏。鲤鱼龙，可爱的鲤鱼龙，它比那只飞在空中可爱多了。真的，可爱新招哎、欸！你靠太近了，你靠太近了，你靠太近了。我也只能近距离砍。不要看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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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你不要看我，不好看呐、啊。看一下啦，看一下。看一下啦。我怎么突然好错搞？敌人在哪里啊？
哎呦！起来啊！跳！跳！跳！不要一直看我吧，我要不要一直看我吗？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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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我觉得我挥砍那一招，因为太人多真的是不好去累积他的那个次数。咦、嗯，干、欸、什么东西？干什么东西？又想钻我？他怎么又回啊？血没有扣太多。要看我吗？看我啦！啊，记到了，有点远，有点远，有点远。顺时针，又顺时针，又顺时针。因为你可以按，因为你可以按 E 技能飞过去救。知道 ，E 技能救是不是？好好。没有 E 技能可以赶场，赶路用。哇，精英，真的有以前难的。有难度，感觉有差。它比较硬很多。嗯。哎呀！阿仁呢？你不要追我嘛！跳！哎，三下的哦，三下的，三下的哦！靠背！哎呦，第三次没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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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跳到！跳！没有动画、啊？怎么有动画、欸？哎呦，是不是他其实有一些隐藏的 BOSS？ 他被吸到另外一边去、欸，哎。对。射术。武器触发弹匣会告诉你。雷鸣丸。弹匣冲刺完之后，幸运机哦，可以。这个我觉得你们需要哎、欸。嗯，永能护盾。哦，我有了。护盾哦，我没有哎、欸，那我拿了。我的是护甲，我没不能用。嗯、会消耗，每次击中敌人时会消耗两枚铜币。花钱，花钱打架。每击杀一名敌人，护甲加五持续八秒。哦吼，护甲破碎时。护甲破碎时我就死了，算了。护甲破碎，护甲破碎时，然后会造成护甲上限的20%，乘以20的伤害，但是破了我就死了。到底射击敌人命中敌人时会暴击几率加30，进行攻击，每次射击击中敌人时消耗两枚铜币哦。花钱在打架呢，太贵了。若发是触发幸运及时，则不会触发消耗铜币。这只要这个要给那个白虎用，狂暴击的，我一直暴击这样。哎、嗯欸，哦，这边把它换到哦，哦，额外加三条弹道哎、欸。哦，这也太强了吧？是不是很厉害哎、欸？你要吗？有点想要，他是怎样玩的？他就是越射越快的啊。对啊。然后，但是，对对对，但是可以一次射三次的三等枪。哦。这把挥好慢哦。哎、欸，为什么？为什么进血弹药不会让我受伤？哎、欸。上几率翻倍。欸这把会好吗？不要，哦、这把，哎、欸，坏掉了、欸，哎，嗯，什么东西、啊？我没有在受伤、欸，哎，那你无敌啦、啊？不是，因为进血弹药会让自己受伤。我知道啊、嗯，你是不是有什么可以消除状态？
道哎、欸。坏掉了，哦哦，坏掉了。Tommy 不知道怎么睡一睡，突然狂叫。他是做噩梦吧？喵喵喵喵喵喵。他在唱歌，他可能睡一睡突然想唱歌。你刚唱什么？威风堂堂吧。哦，好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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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啊、没有人了，这是什么问题、啊？卡住了，敌人来，敌人来，敌人来，出来，敌人来！宝藏四。耶、yep. 欸、一进来就被直接被吃一个大别别出来怎么好哪个好吵这把枪我、哦、是捡钱会回血哦，数字数字多到我看不到怪了，我在你屁股后面，你要不要看看我？你要不要看看我？零次，零次。零次啊，两发而已。零次是特种弹，命中时会哦，冲刺时冲刺技能减半，虚张声势哦，生命值满时增加伤害，我生命值永远都是满的啊，就他了，那就用了。但我生命值没有满的时候，我就躺在地上。啊！刷副神器，刷起来。哦，加暴击率，是伤害。走喽！没有在买东西。哇，六千块！我射不到，砍不到他，你给我下来、哦！开宝箱什么？单次命中，华丽的爆炸范围加二哎！华丽箱子，摧毁传说的高级会员，好不？这个你们有没有人要护回护盾的？回护盾，萤火哎，哦，双子萤火可以的。赶紧拿，拿什么？那个银之奖章，我有啦。啊、好，输哟、哦，在。啊，不是啊，这是进来这个，不是啊，哪边啊？哪里、啊？这边吧，电梯。不是那边电梯吗？电梯啊！哦，电梯是不是？上楼。我、哦、你也是哦，来吧。子弹好少、啊。对啊。飞太高了吧，那怪。手术刀。哦哦哦！困难挑战。精英合同啊，合同下去啊，死了！哇，太精英了吧！哦，太精英，好像很嘲讽。哦，这两条传说死的耶！啊，武器是不是比较近战武器是不是少很多啊？近战武器就三种而已吧，两把刀，一个棍子，好多。哦，哇！隐月已经去踹人了，你还行吗？还行。
看到有一个，有个金破的往下滚，像在走路往下走的感觉。你去追他。对。打完了。伤人。我来了。哦，虾米蛙哥，虾米蛙哥，哦，我来了，元素馈赠。哦，会回血，每击败一个异常状态敌人会回一趴血。说话不好。然后会回，可以给十个子弹，知道多少子弹？月姬师妹，有大河马哎、欸。哦哟，还火焰大河马，还双子，还一条传说池是怎样？心动了吗？啊！我拿了两把元素共用的双子，但是两把都是没有属性的。那是在干嘛？我也不知道，好像就没有。我只是这两把枪，其他的词我要而已。增加攻速，是不是应该先强化它了？啊，我应该不敢拿个宝石，那就好了。击伤敌人伤害五倍暴击，强化了。哦，好，就是用这把刀了。共用暴击倍率。哎，我觉得这把换到太强了，我是不是就拿着它就好了？我也不换武器了，就这把。是我的毕业武器。我还需要一把灵镜。等一下，等我一下啦。30秒可以了，30秒了，剩下25秒哦。喂，还有20秒，20秒来的啦。你还有18秒，来的啦。干几的哦？走喽。第二关。哦，有藏宝石。你就乱扫就好了。哦，还说临近就来临近了，好哦。哎耶耶！宝石在哪里？我来了。边走喽！哦呦啊，手什么？手点的，要守护这个东西。哦，点哦哦，对，风痛了，小心应对。敌人在哪里？敌人在前面。Yep. 守女神哦，哦。会从其他地方来吗？应该不会吧。这把枪真的好吵，我现在也差不多是 COC 啊。我击中有10%的几率会有飞剑呢、啊。飞刃风暴 COC 对不对？差不多。10%几率虽然不高啊，我把射速升高就好了。射速升高，触发几率就高啦。
我们在扣血了。哎、欸欸，不是，不是你们俩，你们都冲到前面去了。原来在守他，没注意到。大家都往前冲，没人守他，这枪在这里。嗯，捡个钱。我捡钱是回血。很赚。火伤增加，连一火伤，亦正亦邪。每个诅咒卷轴提供护甲，有福同享。弹夹已经不需要弹夹了。火焰之，我们用火伤武器。造成暴击时35%伤害。现在每个我不知道到底现在暴击率多少哎、欸。来营业啊！闹什么东西？你诶。命中敌人或是受伤之后，武器的伤害哦，被打会变强。暴击直接二十，美食啊，对耶！你不讲我都忘了这个哈记。哎，我们吃不了包子，只吃包子。我们赚一滴血啊！哦，吃包子没有用啊。对啊。钱哦，也就是说，哦，这个钱，哪里有钱？我要捡钱了，钱，我来了，让我打打。阿安让他填村了，坏嘞。这里是不是有伤人？没有啊，这里没伤人吗？还是空降？坏嘞！这款真的就是无双游戏。对，真的。拿到好的搭配就是无双。当你拿到不是好的搭配，你就是被对方无双。没错，或者是看着队友无双，自己在那边，哈哈哈哈哈，干瞪眼，看戏，那你就是吉祥物了，哈哈哈哈哈。哦耶，等一下，这个把萤火跟我这把萤火谁比较好？有没有工匠？有没有工匠？我是加七的，连续三次暴击之后，下一次，我7000多块了，我需要工匠，给我工匠。7000多，我是有钱人。给我工匠，给我工匠。嗯，这个加上去就好了。给我工匠。啊，差不多了，我们也在打怪，差不多了。隐约屁股后面超多只哎、欸！我后面超多只哦，很多、哦，我来了。我好忙哦，左右键都要按，然后 Q 还要按。双灵力。怪了，想说怎么有只长得像怪的鸟冲过来？这名为愉悦的怪。双灵力加七。双灵力。双影月。什么东西？趁胜追击，每次射击射击有不用，挥砍伤害增加，伤害增加业务，这个。嗯，我金破哎、欸，捡一下，没捡到。双死。哦，前面好多。我是冲太前面，然后后面的东西都没捡到。是。哦，对，就对耶。跳不上去。那我是应该走更后面一点。更后面一点，那你等队友都打完再过来好了。来，
好了，好的。繁星是不是累了？没有啊。繁星是在晃神呢。啊？好。哎呦，旁边有，旁边就有灯笼鬼，怎么回事？哇，螃蟹这样挥下去，一次挥一排，好爽、啊！哎、欸，你叠到几层？是第一招吗？你看下面哦，那两百一其实也不错。备用护盾。拜二次是合同。好的。被护盾的啊，破甲，实力克回复40%。我破甲的时候还来得及回吗？可以，他那个时候是马上计算的，那个是可以的。哦。哎呦。那你们那个？有。那个？刚刚那个，你去讲那个。你，那你有盾，你拿着啊。我只有50而已啊，血量200多，240。感谢。养肥计划、啊。你说谁肥这样的？谁？我的闪腰打他并不痛的。你是不是还有一只怪啊？对，还有虚无声。哦，恭喜投目标时伤害效果翻倍耶！听起来很厉害。钱钱喽，好多钱呢、啊！哎、欸，后面这是什么？6000块。如律令呢，异常翻倍。哦，可是我们没有人是猫。嗯，咦，不，咦，瞬移，咦。对啊，这边一直都这样子。加油，加油！我觉得我有三只手哎、欸，飞镖，然后再 Q 是那个丢拔蜡。你伤死的时候丢拔蜡，它会多一只手吗？就很像，感觉就是它就是一下下的那个缩一只手回去的感觉。第三只丢拔蜡的时候。哎、欸，哦，幻道是有射程的哦。有啊。我以为没有。太易打去我。长龙打不到。我想说怎么会啾啾啾的声音是他哦，对吧、啊？哎、欸，等一下前面这边有那个，看一下哦，藏宝是伤害加6名，神阙时间减少越级时哦。你、欸、真的是这一场几乎没有在花钱。欸、工匠，有没有工匠？有没有工匠？有啊有啊，隔壁啊。在旁边，在旁边。工匠，我有9000块了。工匠可不可以一次帮我强化完？不行。哇，要是9000块全部强化下去，那个伤害是很可观的。双子出来了，同时命中的话会产生爆炸。哎呦，这两个双子舒服啦。是哦。啊，可是你是萤火嘛？萤火跟那个萤火跟灵镜啊。可是啊，这样就是爆比较慢。爆比较慢。我说。对啊，如果是两个河马的话，它就会一直爆。哦。哎。我来了。我、啊、就走过去，你们就把它射完了，我还玩什么？或者是。
没关系啦，你旁边看就好了。好，旁边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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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这次很凶，这次看起来很凶。要看到出人命的精英武士。哦，一大师，一大师。这是一大师，很帅欸。一大师倒了。随缘枪法，射箭。暴击率增加，最上限是哦，这我应该也可以拿。哦，雷声。哎、欸，电球的灵镜呢？换了啊！换了阿纪。哦，来啊！呵呵呵 ，COC 啊！咦、欸，而且那个包子还对的耶，不是包子、啊，双子。双子。生命减半，会获得两次重生机会。等一下。啊！减半好亏哦！哎，又是你的啊？什么又是我的？哪个？哦，他那个是长什么样子？叫什么？随风而动。随风而动，处于移动状态时受到的伤害越低哦。射击六次哦。这个生命高于五十滴。啊！我三个都用不到哎、欸。等一下，换弹时受到的伤害减少20%，那请问我这是换弹吗？不算。所以我是永远不会触发吧？对。对啊，不然因为你三个有什么？六发夺命，然后啊，六发夺命，我跟凡心都可以用。好、啊，那我拿这个好了，因为我用不到。嗯，这里。哦，换弹时重置哎、欸，哦，那哎、欸，我直接坏掉哎、欸，我没有在换弹呢。哦，临近增伤会哇啊，我、哦、这可以啊、哦，它只能叠三层啊，它不能无限叠，无限叠就直接坏掉了。六发，下一次射击哦。走，走啦！哦哦，武士哎、欸，你们运气蛮好的。怎么青蛙、啊？他不是青蛙啦，他不是青蛙，蟾蜍。我看也是像鲤鱼吧？鲤鱼吗？鱼哦，他是鲶鱼哦，他有胡子啊。暴击时会哎，坚韧之躯，来来来，哈基哈基，哎。坚韧之躯受到伤害时每秒回复啊，这我就你没有生命，不用买了，他自己拿了，那就不用了。OK， 坚韧之躯好了，破釜沉舟，当护盾值零时移动速增加。哦哦，可以。好，好走走。哦，你们说打船就是这个啊、哦？嗯。Yep。哦。打他要注意地板吧。第二就是他换阶段的时候，然后地板要。等一下，这个我打得到吗？打得到，你挥得到，你扇着他去配。我们就打他，用扇去配扇到的啊。他打哪里啊？打枪管。炮管。没有用扇的，扇的，扇的。你用扇，你扇他枪管。哦哦，哎、欸，这啥小？有哇！要死掉了，远了，哦，太远了，耶！哦，刚才大招直接秒掉，我不知道什么东西，还不知道是干嘛的。它是一排轰，是不是啊？嗯。啊，那边炮管就被我轰砍完了，被扇完了。没有没有啦，我打得了。我想说怎么打不到？哎呦！捡，好捡到了！你是不是说谎？你是不是说谎？哎，你是不是说谎？你是不是说谎？捡什么？那个胖子会掉大炮，然后把大炮放在那个炮台射他。对对对，要把那个盾打掉。现在还有第二阶段了。对啊。夜机丸。你要注意看，等一下会有个大胖，我们等一下要打他。
阿旺是用手把玩的，不是啊？看你的转视角好，没有他啊，他看别人会这样子，哦，他看别人会怪怪的，他看你玩很像是用对，用摇杆玩的，啊，那个有问题。哎呀，来来那个来，好，月月，我看地上我们看到一个镇路丸，镇路丸，好，捡走，捡走，捡了，哦，然后去中间有大炮，放它，中间大炮，对对对对对，哦，哦哦，这样破它盾，然后懂了，哦，原来它的炮弹是可以打掉，可以可以可以，它鼻子可以打，啊，繁星。来了来了来了！哦，击杀了！哦，他回又被吸走了。嗯。哦。隐藏着什么东西？是不是？闻到说谎的味道。哈？玩家？不是哈、哦，我以为我捡到没。切换关卡后恢复生命啊！这他寄给你，我有了，他解锁的哦。滑板玩家冲刺时立刻回满弹夹，这个我也用不到啊。对，冲刺回满弹夹，这个你们有没有人要？我也有了，而且我也用不到。我没有再回。弹夹就一而已。回满弹夹。哦，切换关卡回血，他自己这也有吗？有啊，嗯，就都用不到，那都捡着看着，到时候有没有可以箱子换东西的时候拿去换。真的好吵啊！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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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是呼吸的有卷轴啊，有点是嗨嗨嗨嗨嗨嗨嗨一下，有点是嗨一下嗨。喂，嗨！海豹叫一下，嗨嗨嗨嗨嗨嗨！你刚刚死人，你在弹吧？嗨嗨嗨！是嗨是嗨是！哎，大河马哎、欸！我想那次，那次怎么打不死？你就在最前面，我在最前面啦！我怎么在最前面啦？我的跑速好快、欸！后面有伤人，后面有伤人！啊，来不及了，我已经往前走了。耶、yeah, ，我们去 shopping 了。耶、yeah, ，shopping！ 来，一个人的时间。哎、欸、哎，萤、欸、火的电球啊！哦、oh ，我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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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双子就要洗，再洗了。没关系，再洗吧。哎、欸，为什么过去啊？哎、欸，有了，过来了。啊啊！等一下还要，等一下还要回来，因为前面有那个。这两只海豹在打繁星，隔了山就打繁星。我想说奇怪，怎么受伤了？隔了山呢、欸？哎、欸，是不是好像完全回不去了、欸？没事啊，伤人而已。不是不是，有不是还有那传送门？伤爆风哦！啊，刚你说的那个电球那个嘞？不是在商人旁边啊？商人那边，对啊，你刚是已经先过来了，哇，那你捡不到了，哦不，除非繁星帮你捡，没有我来了，我刚有你们两个在前面啊，然后想到我就跑过来就找你，我们在商人那边，我刚商人是我跟阿旺，不是我跟繁星哦，啊，打完了。不是我跟繁星啊，当然是我跟阿旺啊。对啊，啊，那我刚刚谁是谁？那个兔子是谁？哈哈，我刚刚在商人隔壁啊，在买东西啊。现在可以回去了吗？刚我也是在买东西啊，然后买一买。现在可以回去了，可以回去了，可以回去了吗？哦，可以，我没有看到。灵异事件哦。对对对，我去看一下，我去看一下。好神奇！啊，没门了，没了门了，没门，没门了，没门。
买，我可以往回走了。Yep。我想说你潜了耶。我想说我前面找你。哦，所以刚可是我刚看到走我旁边这只兔子啊。那你看，你看那么怪了。兔子怪，你又回来喽，在旁边、啊。好，走。哦，电球，那这样我，哇，要打头。我一把是火，一把是腐蚀，然后都两把都有几率产生电球，是。对，三属性都有。哇。开始觉得武器不够力了。对啊。哎呦，哎呦，不够力归不够力，可是这个兔子真的是有够坦的，就用磨的磨死他。跑速也是真的是有够快的。狙击手，狙啊！毛巴啦，麦克追我好啦！毛巴，你在哪里呀、啊？哦，下面打完了。为什么你好像很惨一样？就是有一次特别硬的，一直在追我，欺负我。毛巴啦！毛巴啦！谁有元素啊？我没有元素啊。有了，我有元素啦。那你拿它。三元素啦，什么、啊、元素换蛋后、嗯、我就不会换蛋啊，不是它是换蛋之后它会切换属性啊，那个属性选择到的话它是有加 50% 伤害啊，不是啊，我就不会换蛋啊，啊不是啊，你换蛋是切换属性啊、哦、不是它是换属性，但是你现在它你我怎么解释？魔霸啦！你拿着，你拿着他现有的那个状态的属性，他就会加50%了。哦，好，我懂这个白话，早点讲嘛。哦，白话文呢、欸？哦，罗巴哦，这个名句也是中文，自己看一下。文言文，谁看得懂？哦，罗巴哦。啊，你可以用小枪去选择你要的属性。550加550了，505，好远啊，超远的，爬山呢、欸。啊，你怎么？哦，我跑超快哦，真的是，哦。工匠，哦、可以花钱了，睡啦。还有没有类似那种无尽模式，就是一直打，一直打，一打关卡下去，越来越难那样子？轮回吧，轮回还是有底啊。哦，我没有打过轮回，我之前想打。就是、那时候就是卡在说我们玩就是一回合玩太久，然后他说啊、哦、跟比如说啊乔克团，所以就提早退出。哦，嗯，元素共享哦，啊元素共享好了，挥砍储存上限增加，击杀敌人立即恢复一次。哦，这次可以连续挥砍的。哦，你现在才拿到哦。对啊，因为我先前面就点别的啊，残根圣剑要搭这个，不然你们挥砍挥挥就没了。嗯，罗巴啦，罗巴啦，走喽。
蘑菇吧。马塞马塞你哦。怪呢？有工匠。哦，工匠战。我要直接先强化了。反正我就是加这个武器而已，没什么好点的。啊，我也要。我轮回更新到八层哦，可是我打一层我都没打过。那就是用那个金魂、金魄，可以强化一些特殊的能力。哦，哎呦呀！就比如说那个猫咪的 E 技能，可以丢出三颗。哇，好爽啊！好爽。那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没有玩狗。要给我压力。三把。我要去强化了，我要去强化。两只手，两只脚各拿一把枪，这样子吧。那你怎么走路啊？用飞的、啊，躺着啊，不能移动，然后一次拿四把枪。你知道回去强化吗？你怎么走这？我走错路了。你是骗人？你是骗？你觉得回来路还看到怪吗？你是骗人？你是骗人？说谎的味道。啊，这里吗？啊，这里啊。买个巴啦，气死嘞！马塞马塞。加十二了，是不是现在我就只能加到十二了？后面应该没有什么工匠了。过那个王冠前应该还有。挑战成功啊！我挑战，走路好，我走，我是走路挑战。打完了。哇，你会走路了耶！哎、欸，北青，有人走进去了、啊，我被挤进来的。他这里有什么东西吗？他有什么东西吗？好像没有，好像没什么、啊。好吧，不要电呐、啊！卖灯，卖灯，卖脑了！哎呀，退后，马古，马古，卖过来啊！有被关墙角？哇，你真的是被霸凌到墙角哎、欸！他、啊、那个喷，直接喷脸，就过分了。我刚才想说什么东西，我没有看到啊，原来是我后面的。哎呦哎呦！啊，我竟然吃得到包子，你骗我！我刚刚有个吃包子的效果哎、欸。硬吃。那等下角色没有了，我吃嘴唇的啦。就只想吃嘛。我吃包子会有25%给队友，关系。对啊，你应该是这个了。你这个25%给队友，真的是什么都补不到呢。你这个只会吓到队友，你知道吗？我怎么看刚刚护甲有破是不是？打完喽！打完了，这么快？耶、yep ！打完喽！绝对会死。我不知道哎、欸，我觉得一滴血，我盾爆了就没了哎、欸。我们两个盾应该是不太不好说、哦，一拳敲下去是400滴血，我们也是回不得。哇塞！哦，那我要把那个丢掉了。这个，少一点强化。哇，你看看这个雷鸣丸。加一弹道，没有，我只想跟你讲、哦，它有三个条。哇，好像很拽，但是那三条好像还好。好了，打击啊了。这关过的话，哈基穿女装。啊，屁嘞！你要穿，我不要穿。没有，这回事。为了哈基女装，我们会加油的。没有，我们会加油的。没有。什么都没有。欸，他这样子，他上面那一根我就打不到。你 send 得到啊，真的 send 得到，你相信我。看啊。欸，他那个召唤枪出来真的很帅欸。哎，怎么是我这里啊？欸，他插管了。他管爆了。管爆了。等下怎么会有？不要！哇！我被砍了两刀哎、欸，但是我中好像还好好的。
哎、欸，真的很坏哎、欸，盾又回起来了。请问你的盾有多少的繁星？我现在400。哦靠！我现在是480。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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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事没事没事。快上面那个拿掉，拿掉，我拿掉，拿掉，拿掉，拿掉了。哦，这个该死的东西来了！啊，我倒了，这救不到，这救不到了。插盾，我插盾，我插盾，完了！复活！啊！他技在哪里？我倒了，我死，我死，我死了，不见了！音乐，音乐，我在隔壁，音乐！来了，来了！这样子我是没有解手，可以解手那个。不知道哎，救不起来啊！我一直被揍，打不起来。对。他补满了，补满了，他补满了！完了，完了，完了！他怒气啊，怒气满了，然后我直接复活，我直接复活。我都直接花了，真的来不及就直接花了啦。对，哇，他补满的耶，好硬哦，打不动哎。嗯。哦。60%，我原本砍他1万多，现在只剩3000。换道上吧，换道交给你了。换道加油！加油！砍分耶、yeah！ 哎、加油加油加油！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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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跑砍我！阿姨，你又穿女装，加油！哎，加油加油！我要死了！女装，音乐穿女装，加油！忙了，加油！不是可以啊！穿女装，穿女装。好，最后阶段进最后了。有没有菩萨？有没有菩萨？有没有菩萨？没有，没有，没有菩萨。啊，还有最后那个好要打好。对对对，要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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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打！啊！不是有个北区在那边。哦，算了，我不打他了。头，他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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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不到他的头啊！输出不够。完了，输出不够。2秒，2秒。哎，有够了！耶！突然爆多伤害。因为我找到他的头了。我也是刚刚想到他的头在哪，我一直在打他的披风。对，我也是。他头是低准的。刚刚瞬间说不不不不不，我就不见了。对，我没有复活。哇，哦，好多金，好进步，好多进步。下次700，不要放弃。击败本关 BOSS 后，你将在下一幕复活。还有下一幕吗？还有下一幕？还有吗？你也接受画面复活？像我们有没有那个啊？应该都有吧。欸，成就新的结束，青焰之色，噩梦难度开放，有。哦。来啊，没了。噩梦真的太难了，噩梦真的太难。噩梦真的蛮难的，我觉得到时候啊，慢慢玩，等你们解锁多一点角色。对。然后全部有。嗯，对，哦，这兔子真的是坏掉了，是被你玩坏的。剑元固体哦，这个400-500吨到底是怎样？啊？哦，学习上有进步。这里，暴击时增加。哦，有人说我连躺两只王，真的假的？对，好像是。有啊。掉落大石。对耶。不是，这种东西就不要讲出来，没关系，没人知道。我觉得乌龟的盾是真的很强，可是乌龟好像也没有到这个坏掉。吸弹量增加。哎，对了，是金魄可以买角色。对啊，对啊。兔子是多少？400。乌龟是600。你回到选单那边有英雄可以。啊，可是你选了就不能点那个。对，我现在在想，我忘记是400还是500了。我忘了哎。他武器库解锁是解锁什么？就是一开始的那个，
哎、欸，你说武器库解锁？它、啊、就是对啊，点进去它。你说天赋的还是？不是，就是武器库。还是点进去？点进去之后，里面不是有一些游戏解锁，一些游戏没解锁？哦。哦，那成就而已啦，你解锁什么武器而已。哦，嗯。可是解锁的话，就是你在玩单人或者你开房的话，你就拿得到啊。你没有解锁的话，就是拿不到。你就只能拿队友是这样。对啊。哦，现在有什么武器还没开的？哇，解锁太多了吧？连一再连点。这个兔子好像四百，对，兔子是四百解锁。哎、欸、哎、欸，对了，我们全部武器都解锁。你啦，什么叫我们？只有你吧？我说我哦。书等，怎么可以做一样？觉醒只要拿到那个，人剑合一拿一也可以，然后配那个剑元固体，它就直接坏掉了。对，它就坏掉了。人剑合一在哪里啊？中间都是中间的，中间左上。左上的就是会有飞剑，然后你看左下的那一个剑圆固体，对，每一把飞剑可以提高护甲上限，哎，恢复两点。我秘卷差一个哎、欸，我秘卷差精英以上那个击败乾隆三次，对敌人造成伤害是有10%几率施出飞剑。是哪一个？你说秘卷的东西吗？对啊，那个东西叫做幕后交易，在工匠处强化时有33%的几率使武器额外加一，大成功。大成功，大成功，我好像有。哦，你怎么可能没有？根本不会有。跳成这样，没有啦。可是我觉得鸟也蛮好玩的、欸，鸟很好玩啊，鸟很好玩，鸟生成率其实超强的，对啊，它配散弹枪其实也超级痛。我偏爱狗狗，狗会爆破，双持跟爆破。刚刚那两个飞镖，我觉得完全没有到那种爽，反倒是刚刚那个两个炮比较爽。爆破啊，狗狗点那个爆炸强化，它那个加六米，那个范围是世界大的。如果我刚玩那个的话，你们三个近战应该都看不到路了吧？没有，他看别人的爆炸的效果会不是跟你自己丢的不太一样。对对对。哦，我自己丢一丢，我是这个就前面都看不到东西了。没错。啊！差不多了。嗯，刚刚好。嗯。差不多啦，休息啦，休息啦，休息。好啦，今晚的枪火就到这边啦。明天礼拜六哦，好吧。哦，干对耶，礼拜六这样子，黑猫是不会寄货啊。哇，那我的游戏可能要礼拜一才能玩，是吧？难过，进度慢他们几天这样子。我不知道、欸、黑猫六日应该没有送吧？会吗？那黑猫有办法什么早上寄下午到吗？不可能。好啦，就这样，感谢各位，大家晚安喽，拜拜。啊，